他又没走。你好像有去提醒这样。
昨天晚上后来再进那个版本要不要开？喂。页是不是？你看啊、哦，第十五页右边最右边那一栏啊、哦，指导助理用等于什么？那个是第九案啊，那个是第九的修正动议。然后第十六页又到，对，那这两个不一样，不、哦、就是这样子吧？因为他自己在修正，他们提出来的东西，我们不会把它撕掉，一定要留着。啊，只是我之前给不一样，在第四项的地方不一样。先抓在一
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联席会，出席委员20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及第72条条文修正草案。首先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现在请民进党党团代表说明的庄瑞雄委员说明。谢谢张委哈。各位同仁，还有列席的官员，各位媒体朋友，我这边来做一个提案说明，就是说，我们产创条例第一条，第一项的一个立法目的啊，其实呢，就是为了促进产业的一个创新，还有改善产业环境，提升产业的一个竞争力。产业创新改善产业环境，提升产业竞争力啊，这个都跟各该产业间中的从业人员呢、息息相关呐、那整个产业创新条例第5章特别用专章啊，就整个产业人才资源的发展来做一个规范。本党团凝聚的一个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啊，是为了协助产业留才啊、揽才，特针对奖励这个员工股份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给付缓科所得税的一个申报来做一个修正，希望呢让整个条文更符合产业及从业员工实际所需，让本法条能够实际达到留才揽才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设计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媒体上或者外界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声音跟批评啊，但是呢这一次只要的一个修正重点是规定公司员工选择适用缓科所得税的一个员工股份基础的一个给付，从取得股票日起持有股票，而且继续在公司服务累计达2年以上者呢，这个在整个股票实际上转让或者账簿划拨到开设的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的时候可以继续来用那个转让的一个价格赠与，或者作为遗产分配时的实价日或者拨转日的一个实价，或者是以取得股票或可处分日的一个实价。这个两者这个赎低价格或计算的一个所得课税，这一个举措一方面呢，可以让产业得以透过奖酬员工的一个工具来留才揽才，也在立法的一个设计上的要求需要继续在公司服务2年以上才可以适用修正的一个规定。另外一方面呢，也考量到国内公司在集团内部进行人力调动，这个是属于一个常见公司的一个经营方式，所以呢就员工继续在该公司服务累计达2年以上的一个规定来做一个放宽的一个适用，希望呢来借此让产业跟从业员工互蒙其利，让产业得以在实际运作上真的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条文的设计得以留才揽才，让产业的一个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才不会沦为空有法令但是却跟实务的一个脱节，是这个整个成效不彰。另外呢本条文第19条之一的第一项就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的一个给付，明定有500万元的一个总额的一个限制，而且呢本条例所定的相关租税优惠的一个施行已定有落日条款到108年12月30号日止啦齁。也就是呢在总额跟施行日均有这个有规范之下呢，针对国内产业以本条例所定股票奖酬员工这个部分呢以切实切合实务所需要并定继续于该公司服务累计达2年以上的一个要件计算其所得课税的一个修正所以呢特请审查会予以讨论，让我们呢一起让本条例我们来努力让产业得以确实的一个留才揽才，一起来为台湾的一个经济来打拼谢谢。好，谢谢庄委员现在请经济部沈部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今天呢，就应我们这一个
经济委员会来要求针对大案呢，民进党团所提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及72条条文修正草案，在此呢跟诸位委员来进行报告。首先谈到产创条例在1999年5月12日来制定，历经3次的一个修正，鉴于产业界急需在重视人才外流，以及多次呼吁政府应强化留才揽才的工具，于是呢，这一个本次大院呢，在这一个党团提出提案来修正产创条例，有关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得适用访客所得税的规定，对于国内产业留才揽才是有所帮助。那在这里我们也尽表感谢。以下仅就这一个19条之一员工的奖酬股票访客规定的修正严格跟本次的修正案的延续来报告。至于72条的是修正条文施行期间的规定，那配合修正在此亦一并说明。谈到19条之一力促修正的严格，那为鼓励公司留住优秀人才，鼓励员工参与公司经营来分享营运的成果，产创呢条例在104年12月30号增订公司的员工取得奖酬股票，每人每年按取得股票的实价来计算，当年度合计如果在500万元总额度内的所得，得以访客，就是延缓5年来课征所得税。第二个，为了强化留才揽才措施的诱因，在106年11月22日，在修正前开公司员工取得的奖酬股票，得在实际转让时依转让的价格来计算所得的一个课税。那本次呢，在这一个修法延续方面，首先呢，在修正的重点方面，本次的修正草案主要是增修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持有股票且继续在公司含挂号，就是子公司服务2年以上者，得在股票实际转让时按取得股票的实价或实际转让的价格两折所低的价格计算所得课税。其余包括每人每年500万总额、员工资格条件等适用要件呢都不变。在修法预期效益的部分，就是可以来强化留才揽才措施的诱因，有助于国内产业因应国际竞逐人才现况跟国际的竞争。二，在从员工的角度来考量，提升员工潜在所得的水准，有利于员工增加对公司的向心力，跟公司愿意的来跟公司一起来打拼。第三，另外为了避免过度限制人才自由流动，修正条文适度定有公司员工除股2年以上的要件，兼顾公司留才揽才工具诱因跟员工的潜力。那结语，产创条例是协助产业发展重要的经济法规，鉴于人才是公司成长茁壮的关键，期望借由本次修正来强化产业留才揽才措施诱因，来鼓励优秀人才在台湾打拼。以上报告，敬请主教。现在进行询答，原地做几点宣告哈。那因为我们11点要结束哈，所以每位委员发言时间，本会委员4+1分钟，非本会委员4分钟啊。然后9点半截止登记啊。
那现在请曾明忠委员发言。我先程序上发言哈，因为今天是经济跟财政联席，那只有四加一，主席怎么问？好，好，谢谢。好，请部长。好，部长，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基本上这个政策我赞成，也就是员工持有股票，是两年内卖的时候是看他取得的价格，或者卖出的时候价格对孰低来扣税。是啊，政策上我赞成。请问部长，是他的税损多少？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也在检讨他的这个。整个呢是增加，大概效益是增加1243万，所以反而会增加税收。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不用，我很清楚，因为其实这样的话表示说，我知道第一年税损大概800多万了，那最后了，还会增加税收。那表示说这个措施是很小的措施，那能够产生政策的效果非常有限。是，部长，请教您，五年内。你想留住多少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也正在跟我们这些业界在谈。部长，送出来之前，当然这是立法委员的提案了。但是您今天来之前，恐怕要有政策的评估。五年内想要留住多少员工？大约这部分我们请局里面来。好，谢谢。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其实这个过去有一些经验，就是在五年缓缴的这个部分，105年、106年的施行成果上面哈，对，已经受惠的员工有1138人，好，那这个五年缓缴就是当初本来是拿到股票就要缴的部分，那在后来施行104年的时候增订之后，这个五年缓缴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有1000多人，所以你说未来五年的部分呢，因为这个它其实多一个选择的项目啦，就是我提到的是可能十几，所以局长，嘿，是大约会大约是1000到2000人受惠，大概也是这样子的一个range。好，谢谢局长，谢谢。请问部长，有关国内的再生能源11点以后。要审再生能源的修正草案，请教您，到2025的目标希望达到5.5吉瓦，对不对？是是。那现在欧洲一度是2块钱，台湾现在是多少钱？现在呢，在整个来说，大概是5.8块钱左右。5.8。那这个是等过的部分，那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呢，紧接着也会来开放2吉瓦来做竞价，来作为我们以后等过电价的参考。对，那风力发电一成立之后，它您跟业者的签约的时间是多少？5年、10年、20年？大概呢，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20年，这样来让我们这些国际的开发商愿意把资金跟技术带到台湾来。20年太长。20年的结果，到时候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一年要花1000亿去买这个风力的电。那部长，20年风险太高啊！现在外界在质疑，你一签就签20年。不是，我甲委员报告，世界各国拢差不多安尼，拢20年啦。哟，这国际的迄个。但是啊，部长，你比我还清楚啊，因为整个它的效能会提高，它技术会进步，一签签20年，风险会太高。因为其他国家都这样子吗？嘿，对，澳洲嘛是拢安尼，嘿啊。头啊，有感觉讲吼，这个价小较悬，因为加整个租金技术要进来的话，都有这样才有诱因。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会开放2吉瓦来竞标，最重要也是我们往后在定的这些等过的价格，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部长，你不要再步以前民间电厂的购买价的后尘。你也知道，那几五家电厂后来的价格非常的高，导致台电付出很多重大的成本。部长，假设我是希望您在仔细 review 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底下，是，当然你要保障他的投资，但是第一个契约不能太长，第二个基本上您要保有台电。到时候有8点的力量，假设它超过一定利润以上，
我们可以重新预约，希望部长这个签的契约必须是开放的。你不可能被绑死二十年，被绑死二十年之后，每一年我们中华民国必须付出1000亿去买这个，买这个再生能源。部长，谢谢委员提醒我，我觉得这个蛮好，我们会来考虑来请台电。你不要叫部啊，是上次那个五大民间电厂的后尘了、啊。是，好，好，另外谢谢请教部长是4月5号到4月8号世贸举行的美食展、嗯、那厂商邀请了很多的日本的大厂来参展，是，那这段期间其实非常成功、嗯、但是4月8号4点钟一到、嗯、啊，世贸马上关灯，那整个时间到马上关灯，那其实很多的摊还没有收拾完、哦、还有很多的外宾在那里、哦、非常的难看，日本的很多食品的大厂当场在那边发飙说中华民国怎么会这样子，好，希望部长回去查完之后给一个报告，是，这个谢谢委员提醒我，我觉得这个不我会请问冒险丢脸了、啊、丢到给日本的厂商，这时间一到四点一到全部关灯，也不要让也不让人家有一个收拾摊位的时间，真的不合理，也许会给他关掉要不然个没有、啊、人家反应也不太开、哦、他说时间到了，不然你不合理，好，过去的经验是说会先给他切了花，对，啊，你要打工时间到了，没错，啊，你要一个他马上关灯，这样哦，哎，因为为了灯都没有再恢复，哦，那这样我来，另外部长，好，您来经济委员会啊，是答询有没有同仁帮你做记录？这个不有，我们有哈、哦，国会，因为我都要定期 review， 对，哎，像今天你还欠我什么资料？你记不记得？啊，你还欠我什么资料？你记不记得？这我会请我们国会两个礼拜前在审核后端基金，您说一个礼拜要给我资料。就是核后端基金用在其他用途，还有用在睦邻基金的部分，一个礼拜要给我资料。那我会我们国会，我还在等，我看你什么时候给我。这样这样我没做好，这好不好？ 我觉得你坐在下面的同仁，你要跟部长做记录，搞了半天，一个礼拜过了，我还在等，看部长什么时候给我资料。谢谢。好，抱歉，这我要来注意。嘿，接下来请卢秀燕委员。主席，请部长，谢谢。部长请。委员早。部长早，部长。今天报纸的头条新闻就是国泰金啊，到本来要到马来西亚去设子行，结果胎死腹中。另外，你们中油呢，本来要去印尼设厂，那现在也不了了之。是。那另外呢，有一个知名的化妆品品牌，专门生产面膜的，要到跟随着政府要去新南向，结果呢，一片面膜都卖不出去啊。报纸有登，我想你有看到。那从这些包括金融、包括产业、包括这个化妆品、卫环等等之类的啊，到新南向去，那都全面挫败。那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是不是只是一个口号？那基本上我们的业者要这个新南向其实是很困难的。我是不是也跟委员报告一下，在有关于我们这一个中油印这一个五清的设备到印尼去的部分？你可不可以整体答复？好，就是、新南向政策， okay, 新南向政策来说的话，现在是不是到处碰壁？然后对于业者来讲的话，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昨天还在 review， 我跟我们这一个李局长，我们昨天把这个整个新南向的团队都找来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最重要还是谈产业合作，因为产业合作最务实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要什么啊，我们能给什么，然后大家共创双赢的部分，所以还在喊口号嘛？不是，基本上你看所有行业去，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生意做不成啊。去年第一年彼此交流完，然后第二年就是扎根了，所以我就不去办。所以现在还在签意向书，是不是？不，还在做计划。我跟委员报告，然后真正做成实质的交易是少之又少。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我昨天都跟同仁讲，活动这个部分不是我要的，我就是要真的扎根计划。
那这个才能够促进双方实质的所谓的投资合作，这才有意义，这才能够有戏。所以从小英政府上台到现在也快将近两年时间，新南向你昨天还在召集会议，还在告诉你同仁活动不是你要的，我们定期都在 review、哦、review 就是，所以我们还在 review 阶段。那 review 以后呢，我们是希望一个礼拜要再提出来这个如何去做这些扎根的工作。一般的民众印象就是民进党上台以后呢，那因为两岸对抗丢了大陆的市场，结果呢用新南向四处碰壁这样的情形来换取，那基本上导致我们经济的一个影响啊，经济的这个受限。那这个到底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呢，过去我们就是呢整个大部分都集中在大陆的投资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借着所谓新南向来分散风险，因为可以看到现在中美两个贸易的战争啊，所以这个风险的分散是有它的必要性。是部长，另外哈，最近有不少的委员包括我在内，我相信你知道哈，那都有接到陈情案，因为现在这个美中呢贸易战开打，那么尤其是这个钢跟铝的部分，是那我们最近那前不久呢经济部呢忽然限制说不准从大陆进口钢铝，那临时这样子限制导致人家很多已经签单的哈，那这个生意没办法做，那所以我们很多委员会很多委员都有开协调会，那我也是哈，是那结果后来这个郑振中也出面协调，才发现说哦，你们这样临时喊卡，不准人家从大陆进口钢铝材料，那这样子会影响到人家已经签约的，那所以你们就说哦，那又开放，那开放完以后呢，你们就说啊，那最近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还是要限制从这个大陆进口钢铝的材料原料啊，那基本上那原因当然是说那担心被美国受处分，可是像我陈情的这个铝制品的这个业者，他表示说，他第一个，你不让我进从大陆进便宜的铝原料，你要我向台铝买，政府买我没意见，可是台铝的价钱是他从大陆进口的20倍，第一个呢只能向政府做生意，因为其他的这个铝的厂商台湾制不能符合那个品质要求，只有台铝符合，那第二个价钱是20倍，那我想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限制人家从大陆进口，那你的价钱又那变成政府利用台美的这个美中的贸易大战再赚一大笔，第二个你听说供应量还没有办法完全供应，还告诉他们下这些业者说我只能供应多少，价钱又贵这个供应量又少，甚至很可能会不够，那怎么办呢？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政府的一切都要考虑到产业界，所以我们会多跟产业界沟通。所以你有办法要求台铝中钢它的价钱跟大陆原料进口的价钱是一样吗？这个部分我来跟我们报告一下，因为呢这一次为什么中国大陆的钢品会被受这样的扼杀？你先答供，你既然要它限制它进口，那要用中钢台铝取代的话，它们的价钱能不能跟大陆的一样便宜？现在我跟我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在要求中钢呢，它六出高炉要全开，在量方面一定要满足。第二个，价格绝对不能借机哄抬，而且要跟中下游用钢产业好好谈这几个原则，包括台铝。好，这我会来要求。那能够保证跟大陆进口的价钱比人家是一样的？因为以目前来说，中国大陆是被列为倾销对象，所以这个部分的品级不一样。所以我们换句话说，一定会高，要讲合理，性价比要合理，这个最重要是性价比。那不然的话，它从大陆进口。那第三个是，你承不承认美中贸易开打，我们的这个钢跟铝的在制业者已经先受害，台湾已经先受害，你承认这是第一个受害的案件？现在呢，受害的产业不是受害，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一次的机会，还有跟业者谈，因为过去都是用廉价的倾销的钢料来做产品，在世界上已经现在呢，各国都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提醒业者要改变思维，然后往高值化的产品来生产。你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业者豁免，反而配合美国政府去惩罚他，用高价钱，用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原料，那甚至限制他进口来惩罚他，那这样子公平吗？第二个我要请教，你们应该分级，如果你今天从大陆进口这些材料，你要销美国的，答
当然你怕他们受到美国的处罚。但是如果是从大陆进口的原料，它经过台湾再制以后，是回销中国大陆的，或销到其他国家的，根本没有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嘛？那像这种话，你何必限制它进口呢？一堆就被小得给逮掉，被小逼狗啊！我考委员报告，我们会分开处理，嘿，会分开处理。所以第二个承诺，你说会分开处理，会分开处理。如果是从大陆进口的，要回销大陆的啊，或者销其他国家，不是销美国的话，你不用怕他受惩罚嘛？对，因为 这种话你就不在对、啊、因为限制进口的范围内。我们明天大概也会来好好跟业者再把它讲清楚、说明。所以呢，这种诶，不是被小逼搞诶，你就不用限制他进口，对不对？对，这个不我们会分开来。至少我帮业者争取到这一点。那第二个，如果说他要销美国的这种的，你怕他说，那你中钢跟台铝，你要保证它的价钱，保证价钱，不能你十倍啦，你十倍嘛袂使，三倍嘛袂使，你讲贵一点嘛，袂使，你袂使讲什么二十倍，但是讲合理，品质、性价比要一致，啊，不你讲迄价钱无同款，啊，品质无同款，我今嘛对你讲嘛，讲就以台铝跟我前前的案子来讲，他说你限制他从大陆进口这个铝的原料，那他当然可以跟台湾其他厂商。买嘛，但是因为就是因为品质差太多了嘛，所以他只能像他说符合的只有台铝，但是符合台铝，台铝供应量不够，第二个价钱要二十倍。因为加安诺了，进大陆的价钱是倾销价了，而且现在世界各国都要跟大陆提出完倾销了。但是你这个二十倍不是高利贷吗？你不是提一波月吗？不是二十倍，今天官呢来跟他看哪一家，我们来跟他好好谈。不是，但是跟了就得跟很多委员，包括民进党委员都有接到这个，所以邓正中才出面召开整个协调会嘛。好，你亚春有迄名单，我来跟了解。所以你要保证伊进口的这个。所以这块讲，我们来了解。那公他是回销中国大陆，第一要跟回销美国的分开。我讲呢，你不能限制他进口，得你给小爱赶快呐，对不对？委员，我跟你报告啦，我都会用同理心来看待。对，我了解。对，我不是做官啦，我是服务敲敲。哦，安要说到做到，那最重要就是不要美中两只大象在打仗啊，在打架。结果呢？台湾自我设限，我们先受害哈。那安内是国宴干哈。谢谢委员。最后一秒，最后三十秒哈，请问我们这个水情哈？因为昨天增文水库已经到了剩12%哈，那是创五年新低。那你们说要撑到五，希望能够撑到五月底梅雨季来，尽量不要限水。那你身为经济部长，你了不了解？那今年梅雨到底会不会来？能不能撑到五月底啊？这个部分呢，我们那个水利署的署长这边也跟我们的这个气象局都保持密切联系。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加强这一个整个水的管控。比如说每天的话，我们稍微几 percent 的管控就会能够把这一个期程拉长，然后等待梅雨季的来临。今年梅雨会来吗？雨量够吗？起码加外个加湾那个水利署在跟我们气象，这是可以预估的哈。对，大地气象是可以预估的。对，那所以今年是干旱季呢，还是梅雨季？雨量会充沛吗？你们也搞不清楚。那这样怎么能？所以你们算到五月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应该相信这个部分水利署他们有在做跟气象局有保持联系，所以他们才朝这个方向说。所以你说少量的是也是限水的一种吗？啊？少量的管控是也是限水的一部分吗？只是它量比较少。没有限水，是我们比如说在农业灌溉的时候，大家节约用水，那水要稍微降低，不影响啊那俩嘿。那可以保证在五月底以前充足供水。我们会朝这个农业、工业、民生，我们都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好，谢谢。没，委员谢谢，感恩。好，谢谢。接下来请林代化委员，谢谢。不好意思，不会，注意委员咨询的安全哦。好，谢谢。好 ，OK， 有请部长。有请部长。委员早。好，部长，这个我们讲要留人留财，那我们到底在外资的吸引上啊，是不是
诱因够了哈，诱因不够，人才也不可能留下来了哈、嗯。我先讲这一家厂商 AMSAG， 好、哦，为什么直接提出来、嗯？因为你们的经济部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其实非常的认真，嗯、要招这个业者真的入驻高入驻台湾呐哈，花了一年的时间，非常的努力。帮他们找土地，本来找南科，南科的腹地不够，就去找这个我们的高雄园区。结果呢，这样的这家厂商最主要是在做手机的脸部辨识，好，所以他现在在新加坡本身有工厂，但是他的产能不足，而且为了分散风险，所以他到亚洲各国，希望能够再找这个能够再建厂。好呢，他评估的结果，他到这个马来西亚，他到泰国等等啊，找到台湾，他发现到台湾太好了，两个优势，第一个人才素质好，我们光电相关的工程师都直接都可以上涨，因为它是产能的问题，扩厂下去之后，人员直接进驻就直接生产了，我们的素质高。第二个优势是我们的产业聚落太好了，上中下游，那当然他那个技术。本身也是我们台湾没有了，不管是这个在终端的这个技术当中，我们是在像大力光啦、日月光啊，是做封测的。那在前端一点的，可能是像台积电，还有一些奈米的技术。但是我们在整个面板相关多一点的技术，其实是我们没有的哈。所以它反而这个技术确实是也是台湾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付诸缺乳的。但是他来了之后呢，这一年啊，他非常的痛苦哈。为什么呢？到台湾他有这么好的优势，可是我们有 20% 的盈利事业所得税。如果看看呢、啊、这个现在他在马来西亚设厂是五年的免盈利事业所得税。马来西亚呢也是免五年的所得，泰国呢是免八年，好，所以他觉得说对台湾来讲，这个当然我个人理解，好，赋税的公平性，也就当我们对光电科技业者跟我的传产这当中的赋税公平，我不好意思，你不能再图利，好，不能再个别的再让我们的这个光电科技业者再受利，所以我们今天就从17%再升到20%，大家都赶快嘛，传产链啊赶快嘛，所以我理解，也觉得说在赋税公平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也必须有一定的立场跟作为，但是你现在要扩展外资啊，要吸引外资啊，我们台湾是跟谁在抢生意？我们要吸引他们来，这些国际的一流的大厂来，我们是在跟所有的至少跟亚洲国家、跟日本、韩国、跟东南亚这些国家在拼啊，所以他们在评估当中，我们的弹性的诱因是什么？我们没有，部长，我要让你知道，这是我要拜托你，我今天提点你，因为你们的同仁其实都依法行政，能够所作为的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都做得很好，这个我打从心底的给您的同仁一个掌声，尤其在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包括你们的南科，当然在科技部下的这个工业区等等，我都没有，我都觉得很好，但是受限法规，好，所以在这个如果现在的法令定得这么死，那还有其他什么的作为是我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些国家 PK 去争取这么好的业者来台湾呢？部长您怎么看？是啊，我们确实也希望借重这些资税的奖励，有利于我们在争取跟这些国家在争取投资方面的案联。但是呢，到最后就是很简单，到了新加坡去说。过去我在当副局长的时候，争取了一家光电厂，当天晚上搞定了，而且把场地都搞定了。到了新加坡去，新加坡政府说台湾开什么条件，我再加码，啪，这个案子就没有了。是，所以部长，您的整个从的这个公职的历练，你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拜托您，是不是针对这个议题？好，我们会再来跟你真的就是说，如果不动到法。还有什么优惠？好，我再给委婉报告，好不好？比如说，像现在呢，我们过去在争取微软 Microsoft， 像昨天 Microsoft 又来跟我们谈，嗯，我们就谈说慢工去工价水啦、嗯，我们就直接 NY 中心，我们一起来合作，哎、欸，他就来了，而且把全球这家厂，
我们有研发经费的补助，他说我不需要研发经费，因为他的技术费，他是其实技术成熟，反而是那个技术是我们要学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哪家厂可以跟他合作，把那个技术学过来。所以他来这边讲，他说我不需要技术，这个技术是你们台湾没有的。对。所以啊，我是拜托你了啊，因为他这个跟他光是设备，我让部长知道，他光是设备就是150亿的台币。好，然后呢，5000个工作者，这是本本他的厂的规模什么都规划好了。对。所以我不晓得啊，这样的，而且换一个角度讲，也因为我们这样的赋税公平，我讲了赋税公平，我支持啊。我知道。可是，但是在我们吸引外资弹性作为付诸缺流的情况之下，说坦白的，也是让我们国内大厂往外出走的原因，不是我们争取不到。这个、是我们国内大厂，我干嘛还要在国内这边呢？你的我的投资等等相关，如果不讲赋税这件事情的话，根本相关的投资用意也因为这样的限制，跟各国去比，这个、也是逼我们的大厂到国外去呀、啊。我跟委员报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一个投资环境所提供的这些诱因啊，这个很现实，大家都在比。哪边有利，他就往哪边做。是啊，部长，所以我们来反映，我们来反映。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哦。这150亿的台币的投资，一起本本里下哦，5000个工作机会哦。是啊。但是最难的，我要力争的是，因为他的厂，你们的土地把它选在，这不是我们去主导，是你们，是你们的这个我们的官方同仁帮他找在我们陆竹科学园区哦。所以啊，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对于这个案子我知道了。对啊，你们服务一年了嘛？对啊。所以，我个搞不了，怎直接阿叫背起安尼？无阿姨的是讲哦，不放弃啦，所以他还去探听来催嘛。所以他希望说，是不是还有可能性能够直达天庭？那我说好，我可以跟部长讲，我可以跟行政院讲，那看看他们愿不愿意留住这样的业者嘛。他如果是很糟糕、很烂的业者，当然赶快出去。我会来跟我们的这个招商中心这边设法找他们的这一个我们投资的。有了，他们已经见面了啦，真的都很认真，都见面。我来跟你谈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OK， 那最后啦，今天的本题啦，哈。当然，今天的修法是为了提升公司的配股课税的弹性，加强留财的诱因呐。但是本席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目前这个奖酬配股的本质是在于分享盈利成果来留住优秀人才，这是你们简报当中讲的。而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抵触有所得就要课税的量人课税的精神？好，那其实我们要分享营业的成果，要分享营业的成果，其实我就嘴红些啊，员工现金分红、分红入股、现金增资的认股、给员工库藏股、给员工认股权的凭证，或是限制员工的权利新股，这些方法其实是可以用的，也不会抵触到我量人课税的精神。那所以说，我不晓得部长你怎么认同，你是不是有鼓励除了现在的法的这样子的？这样的用这样的方式，好，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留住人才，还有这些方式，你觉得是不是有需要辅导企业要善用啊？这外公，这关的来后啊，透过这个产业的工协会来先导，这些都是可以来试用哦。好了，我希望您未来还有一个绩效规划啦，雷公，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今天修这个法，我也支持，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对于我们量能课税的精神是有所抵触的啦，哈啊，所以他也是有在扣啦，啊，就是等于说啊，就是时机无同，啊，让一点仔诱因人愿意留在遮，啊，无，是啦，是啦，啊，无，你也去，我了解啦，我会支持啦。公平，大家个早早了解。啊，对啦，我知晓啦，我知晓啦，啊，所以我讲低碳方法，你呐爱多多宣导，不会抵触我们量能课税的方法，你爱多多宣导啊。我知，好，好，谢谢蓝正，谢谢，拜拜，谢谢，感恩。接下来请刘建国委员。哎，谢主席，有请部长。部长，委员高照。哎，部长高照，我交五分钟了吼，看部长会当你五分钟，让台湾富裕生活吼。就是留才跟人才的具体的一个作为啦齁。但坦白讲，如果只有单纯从这两个法条19条之1跟72条，显然是杯水车薪啦齁。但不过还是要做啦齁。
不过我这边讲几个背景资料，让部长听看看，还有局长听看看。好。去年中研院的院士谢长岱在2017年《天下经济论坛》谈到，台湾经济面临危机，处于缓慢垂死状态，优秀人才外流是最明显的信号。再来加上中国大陆会台31项措施，有近40%的企业担心人才外流。根据国发会的资料，过去10年，我国每年移出约2至3万白领技术人员，已经造成专业人才及基层劳动力缺乏。然后，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甚至预估，2021年不到3年，台湾人才外流将是世界第一。好，然后这个在人才外流的危机，最主要的包含的就是这近几年新创公司的热潮，虽然吸引到很多的这个人才投入新领域的探索，但是还没有出现这个世界级规模的顶尖人才，但是还是选择在海外。我大致上讲这3、4个背景资料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透过要修这个第19条之一跟72条的条文，显然它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的，一个还是必须要去做的，这当然我们去支持。但是如果从这个面向几个面向去看待，我们面对到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甚至也还有全世界很多的这些团体在对台湾提出这样的警讯，我期待的是看到部长跟局长可以有更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因为这台机我不该清搞鬼，那院长来巡就是要解决五缺嘛，那五缺绝对是包含这一块嘛。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解决五缺，我们还担心我们的人才外流啊。即我甲委员报告哈，起码就是五缺内底一个叫做人才的问题。这个人才的部分呢，从异才、滥才、留才。今天这叫做留才，滥才呢，在国发会有一个滥才方案，那几个具体，我今天这场会是第三场啊，我7点半我就开始开会啊，就是听中小企业处的创新跟新创，了后再去拜访委员，今天才第三场，所以说在这个情形之下，大概委员你在关心的政府有几套的，后时间我来给你做一个报告，好啦，谢谢，这样比较好啦，好，你们看现在看这个条文啦、吼，是这个条文加看文字就惊死人啊啦，嘿，哦，加这个条文，你要看这第19条之一就对哇，对较早到即马要阁修正的对哇，几乎多了一半以上的条文的吼、这个意义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讲从股票的过程里面，这个署长、副市署署长过来来讲解吼。我记得前几天有个报道，特别提到一个国外的工程师回来，那因为政府这样的一个鼓励。反而造成这一个人才受到国税署的、户税署的追税，甚至于他到最后没有办法，因为他认知上的关系跟申报的问题，跟这个户税署的认知上很大的差距的情况之下，变成他也被限制出境，后来走到诉讼的途径。这个案件署长你知道吗？新闻有报道出来，而且是用单元去做处理。是委员好，因为那个案子可能是因为应该是很多年前的旧案吧，那大概是纳税人他对这个法规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以至于他在那个计算那个股票价值的时候、移转价值的时候、所得价值的时候产生的错误。那跟委员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法案通过以后，我们一定会加强宣导。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让这个员工取得这个分红配股，或者是相关的什么这个奖酬的这个给付基础的这些股票的话，他将来呢在处分的时候呢，他可以选择缓课。那缓课的话呢，将来卖的时候呢，它可以从低来课税，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对纳税人非常优惠的一个措施。那这个话的内容我非常清楚的哈，就是但是正如刚才署长所讲的嘛，对不对？那个是好几年前的案子，不管多久前的案子，毕竟他是一个精英分子，是他对台湾的这样要对他奖励的一个奖酬的股票分配方式，既然在税务上搞不清楚，最后必须走到诉讼，最后必须走到家破人亡，他后来是离婚呢。因为他都被限制出境，他没有办法回去美国见他老婆。我是看到整个的单元是这么做嘛？那如果一个台湾的精英分子，政府要做这些奖励的措施的情况之下，还导致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那我觉得刚才陈副署长所讲的，
要好好宣导，是，不然这个法条通过之后，你不好好宣导，到时候又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一定会加强宣导，因为这个主要都是一些比较就是。我还是希望，我是估税署把那个事件的原委的，可以让我们委员会了解清楚一些的，好不好？好，希望署长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报告。好，谢谢署长。好，谢谢。我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哈，拍写哈，都会工业区立体化的这个容积奖励哈，那呼堆呼那个呼堆区，署长请回。好，那呼那个呼堆非都会区呢？媒体有一个报道嘛，对不对？在这两天而已嘛，对不对？行政院已核定工业区立体化方案，还容积率在240%以下的工业区及科学园区，最高可获容积奖励50%的额度了哈。目前所谓的有44个工业区，好，然后以目前如果以容积率210来计算，这个基隆大武工业道仁工业区了哈。若是某业者同时取得到四种回馈的工具，他可能奖励额度50%的上限，改建后的容积率可达到315%哈，这是看相关报道数据哈。但是我要提醒部长跟局长哈，这个城乡差距越来越严重，六都跟惠六都，你们今天对这个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个奖励改变，那其实你对像惠都惠区你们怎么做处理？以龟山工业区、中立工业区、南干工业区、台南西极工业区、宜兰科学工业区、后里工业区，这些都是位于非都市土地，不是用之。再者，由比自然，你们从彰化云林工业区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工业区被纳入，你是要这一些工业区是慢慢被淘汰，还是怎么样？不然为什么朝向都会区而非都会区反而不去做？去做思考，去做应用，而且这些的非都会区的取得，工业区的取得土地，哎，价差超够钱的。我请阮局长给你说明。好，好嘞，请。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当初这是往天空发展，所以是有立体化嘛，哈，所以这阵本来是有六都而已，后来在这个规划的过程中，觉得台湾省政府的这个几个县市也有啊，主要污染工诶，南竿工业区的都市计划五啊，南竿的非都是无唔对啊，因为非都对都市计划的人，他觉得非都的部分是一就比较一般，所以叫非都嘛哈啊，所以当初就这个，如果试办完之后，非都如果还有这样的需求，我其实当然是可以检讨啊，前主席核定都来是，因为对你都市的管理啊，个土地管理的人，感觉讲是都市计划这种较先适用，啊，阮就先甲行政院报告，啊，了这个因为来政府嘛要来讨论嘛，啊，所以即马方案是安尼嘿。台中，我相信绝对做清楚嘛，台中港区一笔土地出的。偌济钱嘛？是介绍无？分林江话一百九块土地出得偌济钱嘛？对不对？委员者，我甲伊报告过，讲阮伫部会咧协商的时，就是讲先对都市计划进行啦。啊，了去了也使，了阮会过来争取，吼，过来争取，吼。这我可以理解。就是，部长，嘿，别人会当来讲，我甲感觉你袂当来讲，啥你袂当来讲？因为在咱台湾即卖即个区域划分确实出问题嘛，对不对？六都到非六都的竞争已经是差天甲地啊！这个继续讲，你讲以六都以都市计划先去行来讲，这对非都区来讲，真大不利啦。这阮个会过来清楚，吼。我是讲你要清楚，你有一个相关的规划，啊，甲一个机程嘛，吼，互阮了解一下，啊无，这真正是无收啊。好，这边出的工业区土地，嘛非常困难，真的做嘛。咱来进步欢迎吼，看讲委员拢在关心嘛，是咪？但佫较积极的做法，吼。无啊，这就是你来发动嘛，工业局本身来发动嘛，对不对？因为既然你已经发动这件代志，是不是你可以多区来讲，你应该有一个备案嘛，看当时当衔接起来嘛。因为进前阮发动就是讲是讲六都嘛，啊，尾啊台湾政府的部分嘛是有委员安尼建议，所以阮即马新政府的部分，但是就是都市计划没有错啦，哈，非都的就没有。都要讲南竿内底，哈，内底有都市的会使，啊，非都的无安尼，嘿是。无啊，对非都的对什么？我过来努力看卖啊啦，哎呀，都是一些国土的整体的规划。我知道委员的意思啦，吼，各意思就是讲，意思我有具体物件，听到。我知，我来努力嘛，因为。你努力啊！你都无那个一个来对恁针对非都的从我拄啊讲的迄个区域，我林江话，佮拄啊念着过来所在，恁的机场安怎规划嘛？这原来哩吼，加迄个来进步欢迎起来。好啦，原来欢迎讲委员的关心啦，啊接袂起来啦，好啊接袂起来，啊你的规划，你既然六都你都去发动啊，你非六都部你咪出处理嘛？叫做工课做一半啦，我是啦是啦，好，一个来对欢啦，好不好？嘿，好，谢谢。接下来请苏正清委员。
谢谢赵委，赵委，请问一下，请一下那个部长。部长请。委员早。哎、欸，部长早哈、哦。是。刘委员在讲的吼，我嘛是感同身受啦吼。我感觉我也知道你肯定会给关心。对啊，这一定的啦。阿姨在讲，我得实说讲啦。这同理心嘛，这同理心嘛。啊，同理心，我之前我得反映过啊。干那企业讲要来阮屏东，伊要扩厂，伊第一个想的，第二想的都会嘛。咱个比较啊啦。对啊，哦，生活机能嘛。对，我来请局长安排啊，比较我那会跟来进步。对啊，真的，我的意思是讲。不是跟他说、啊、我们会想办法看看、啊、有委员这个反应、啊、没错，这个要彻底的去执行、啊、不然、哦、人口我们屏东跟他这十年来流失了有没有六七万人、啊、这因为的城乡落差啦、不是跟他像你说的这是属实、哦、城乡落差不是这样，是越来越严重。对，跟他进我在说的，我们进在造型顶每天看在砖头看日头出来，就是要黑上黑上，这叫做愈幼愈亏了啦、啊、对这开始啊！但是政府既然都发现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就赶快要釜底抽薪嘛。我们来清楚，对吧？我们来清楚。但是盖不来啊！在谈到告外公既然的这个都越来越严重了、嗯，那政府难道没看到吗？有看到，但是我们的行政官员做不做？他不做，干嘛要叫一个交通建设给落来？你啊，伊在讲啊，讲这个要经济考量啊！你越经济考量，我跟你讲啊，我们屏东得愈来，对不？进来干嘛？我来讲啊，干嘛？我伫屏东咧走啦，是大人抢着，鼓励伊个囡仔，我鼓励，出去读册嘛，读册当然，伊袂敢讲啊，你留喺屏东，第一无住个环境，拢嘛讲啊，好啦，你咧读册读了啊吼，啊即下要爱家己生活，来去外县市趁食，无迄个是大人讲老家孙啊伫屏东诶，真的，我希望你们重视这问题啦吼。好，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要问一下部长，到底我们的南向政策现在有没有问题？我甲委员报告，伊即马咧做诶，我在最在意的就是产业合作交流加投资之类，即上重要，因为即开始孤等啦。对啦，啊，即马拢咧做。譬如我一个讲互你听，产业交流很重要，交流都在交流了，投资啊，对吧？投资啊，合作哦，合作。但是我就要先问一个人啦，哦，比如讲啊，就讲现在中油五千到印尼，到底有没有破局？即马。这个五千这个设备，就是因为印尼跟中油，人因有签立的转让小组，所以还没有布局，现在都还在去评估了，因为经济效益上有较未拄啊好。好啊，所以讲因起码这个案先割下来，先割下来，是割下来，但是经济说没合的，对，经济没合，对，哎呀啊，还有回收的没合。那中油另外这个五千，他有没有评估到别的国家？有，因起码就是过去够其他的。被其他国家的清楚的，现在起码各类都还在洽谈中啊。对，昨天好像昨天还前天的新闻，我们的国营的银行到马来西亚也吃了闭门羹。嗯，这个包含着之前也有报纸公有一间很大的知名企业在去啊做面膜，结果阿龙博都被处理。我要讲的是南向都是我们的理想，是但是实际面我可以讲一个案例啦。是，咱的农业要过。整场输出，竟然赶快隶属，跟咱的国营银行强调拢赶快，竟然底下农业金库都无底下设入人，要安怎会当跟咱的农企业帮忙？所以，我你谈到我咧讲的重点，咱奇怪，咱的政府在做，特别拢做一半的。这我甲委员报告啦，产业爱先过啦，啊，产业过了，定金来了，大家感觉讲有迄个效果，啊，来就是，所以嘛，根本的服务。对了，后边爱起来了。对啊，所以基本上政府就是所谓的产业的后盾嘛。是，但是产业的后盾，咱政府算家己在我们的行政从业人员，咱在政府官员，大家惊死，还佫白甲白手。更讲来讲，我们的法条这样规定，这样不行。更讲的法条这样不行，请我谈到讲啊，农业金库、农企业要给人贷款，伊也卖一遍讲我清楚。即嘛，就讲啊，你的资料报来，报到尾啊，讲爱哥台湾爱有资产，上重要是啥？他在国外没有设立分行。啊！你不是废话，你得一边讲，我清楚讲，我得无在调。好，难道不知道吗？早就知道，那为什么不要先跟金管会、跟相关单位或是行政院召开协调，一起来处理？这我甲委员报告啦，我较早伫经济部中办做主任，在受理这个所谓公司登记哈。你入来了，柜台入来了，我一张纸，你要请什么种的执照、什么证明？我所有文件拢都用交的哦。你我改成啊，剩了。
有诶，直接欠诶啥，啊一边报告，对吧？对，你也周围不怪人跟你讹了嘛。但是我要讲的是，真的有多少叫做所谓的单一窗口？对啊。咱即摆单一窗口计侪是安怎呢？单一窗口是来你被谁来问？讲啊，我跟你讲哦，你得找对找对，这个叫单一窗口。所谓的单一窗口是要直接对医服务嘛？哎，对不？人咧讲，台语讲，糟蹋人的政府啊啊，对吧？扰民的啊，这爱服务的政府啦，服务型啦。对，咱拢怎样？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没办法？我们都知道民怨在哪里，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积极去改善。好，我即摆各个问部长，19条1，你即摆有呢？安尼改善了啦，哈。嗯。好，我们去改善了，真的对我们。国内的留才揽才有帮忙吗？那育才当然另外一部分嘛。哦，你常说各位育才揽才嘛，还有留才嘛。今天是留才，这留才真的有帮忙吗？今天来那我们的税损跟税征呢，会不会有问题？税征了1800多亿嘛，1200多亿，给修税金出来嘛。但是我要讲的，就因为修个这个而已，修了以后真的会把我们的人才留住吗？今天来讲，起码过去这。业界大家咧期待啦，讲啊，起码阮个讲顺应民意嘛，吼，大家来安尼做嘛，这个期待啦哈。但是我要讲的，这个是要有所谓的新贵上柜，或是所谓的上市公司，依照我的本高票嘛。那重要的，我们台湾的传统的中小企业，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人留住？无你看人有功夫啊，但伊嘛带袂掉啊，啊经营环境嘛无好啊，咱即马所写拢是感觉是大间公司嘛。无，我讲，即我甲委员报告，即马像中小企业，即马就是针对即个所谓的智慧化生产时代，我唔免叫伊智慧化，成数位化，即个起来个，即个广度又来个规个竞争力也起来。好，你刚刚讲的重点，我们希望提高竞争力嘛，哈。对。好。那整个产业经济要蓬勃发展，得是两种：第一个人才，第二个就钱财，对吧？对。你有人马爱有钱嘛？无钱你也做不康亏嘛？小户难为无米之炊。好，那现在我要讲的，回是恢复到我之前讲的中小信保基金的问题、回存的问题。我们中小企业数够不够？有紧急的怎么无？有就会回忆啊。获得的答案，金管会是跟他讲在。咱做企业处刚讲，金管会要列为所谓的这个回存问题，列为所谓的稽查。那要在几号？要在这个要在4月15号以前要回我们中小企业处他这个结果。好，假设那金管会如果不列入所谓的稽查呢？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永久存在啦，大家是心知肚明而不愿意去戳破它。为什么不能戳破？因为这企业有苦无处伸。因为银行端的第一类，我为什么一直讲？因为现在太侪案件跟我们在投诉。我知。银行端第一类，你跟我讲，你跟我检举，拍摄我无招你。我知。钱是伫我家呢。我知。搞不了。我唔敢讲。搞不了抽银根呐。啊，抽银根。对。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吗？真的存在，严不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今天我要讲的中小企业处有没有积极在处理？有，外公坦白回。但是他今天开了会以后，金管会。把金管会讲来讲，你来把列纳入，但是相对的，你们没有要求权，你是干那叫人安尼走，伊那唔变啦。所以我觉得部长，我觉得我们站在经济部的立场上，应该要跟行政院反映这件事情。今天安尼，我很严重。我搞委员报告，我也来找政府委员，两个部会大概坐下来，来协调啦，要不然呢，解决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啦。比如讲，伊纠结了一亿啦。信保基金呐、啊，也当借我一万嘛，相关的呀、啊，准备核准一亿啊，爱回存2000、2000不，爱回存干2000万、2500万呢，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的事啊！在好，部长，我真的是希望说，真的让我们中小企业感觉到我们政府照顾他们呐、啊，好，好不？好了，有人在叫我麦克讲话啦，好，谢谢，好，谢谢哈、啊，谢谢，感恩，谢谢，像，这样啊。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好，谢主席，我们请部长。部长请。委员早。啊，部长早哈。是。我看这次的这个修正案呢、啊，主要是要征修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啊。是。那么持有股票而且继续在公司服务2年以上的呢，得以在股票实际转让的时候呢，按照取得股票实价或者是实际转让价格，
啊来啊课税，取其低，要看对几个取其低，对拥有者看有利的。OK， 那么你自己的看法，刚才很多委员问过了哈，这样的修法会不会造成高收入者少缴税呀？哦，对高收入者来讲呢，这个降税是为这个注税公平性的。真正拿到股票的，你认为是这个低收入吗？一定是这些高收入者嘛。这跟我们报告一下，以目前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有去做过税数支出评估，哦，大概。你说刚才说增加1800亿是真的吗？1200万，这不是亿。这个信息差距过大嘛？1200万。另外呢，就是我再讲一次，真正会分配到股票的都是高收入者了，一般平民百姓不可能分配到。所以你要有一个上限呐，啊。我光给够啊，五百万每人500万的总，我也扣吧。我觉得500万还是我爸了，太高。啊，会不会太高还是太低？没啦，这关有科鲁轨啦，科鲁轨，嘿啦，有科鲁轨啦，嘿啦。你也告诉讲没有天花板，安尼咁好啦。我爸爸是，你要干嘛讲吼？如果真的有效，吼，有效，对对，我也干嘛讲吼？可是我们看看下面怎么符合产业界的期待啦，有安呢？产业界期待很多项啦，很多项，不是单一这个。阿伯，你起码准备吼，让大家得持续效应啊，嘿呀，这样需了解啦。是啊，我们下面呢就是跟你谈这个持续效应的效果。嘿，对。部长，你知道这个大陆的惠台31项措施啊？对，它有几个特点，你一定知道的。这我还是要再讲一遍哈。对，这个是大陆重大行动计划跟研发计划的项目啊，哦，涵盖了财税用地啦，这个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影视多方面的一个领域啊，开放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啊，部长。那我现在问你的是，在全球化的这个当头呢，你认为，人才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往高处爬，利益在哪里，他就往哪里走了。是，何况是商人呢？对，商人无祖国 啊，所以我跟我哪里有利，他就往哪里跑。所以像这个留才，就是可以做的尽量去做啊，但是也不要影响到我们的税负的这一个征收了哈，哦。这个不尽量就是合理，但是呢，我跟委员提一下，刚刚委员在关心的那个对台31项里面的要求，2025哦的这些项目啊，你要去那边享受它的优惠。第一个，住宅权要在地化哦，研发中心要在地化哦，那这个部分就可能呢，我们产业界听了以后，大家也都比较在意啦，抗胜啦。那个是好多年以后的事，问题是会把台湾掏空，你要去享受它的，这个，才是你要享受它的优惠，我们必须要担心你的所有住宅权都要到大陆去，然后你所有的研发中心要在那边设哦，有那这样的话就会。那你刚刚提到了部长，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担心人才被挖走嘛，哈，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对，也怕资金被掏空嘛，我刚刚讲的，对对。但是你认为台湾有这个吸引力吗？可以留住这些人才吗？我们的环境有吗？大概我跟我们报告一下，比如说像现在呢，这些所谓的 cloud、IoT、big data 到 AI 到最后智慧化的应用，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一定要有新的产业，让这些我们年轻的人看到新的希望，他愿意呢留在这里打拼。那个只是一个希望，在实物上，但是呢，如何落实？像昨天微软来跟我谈，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工业4.0的项目，跟所有的 smart city 智慧城市的这些的项目，如何来落实，然后在它的平台上来涨所谓的应用服务模组。然后这样整个系统带起来，部长，你看到的是这个外面的人才要进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才会流失啊，不是，我们的人才会流失啊，国际大厂流出去啊，国际大厂跟着我们国内的这些业者形成策略联盟，让这些国际接轨以后，年轻人看到希望就安心的在这里，那个是正面，有啦，好看的啦，那个部长。不啦，我们再看这个大陆31项的这个惠台措施啊，对台商是好事，但是对台湾可是坏事啊。哦，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你不要讲专门讲好话。不是啦，我不是讲好话。对大企业来讲啊，你在台湾投资跟转向外面投资，哪里好投资，这往哪里走啦，啊，对不对？哇，这是做很细，不很细啦。是啊，咱能给讲，那么现在也当做他们尽量改善投资环境嘛。啊，所以五车这个赖院长弟弟在黑啊，能够好好来甲做出来。不对。
最后我想再问你哈，好，四月十号的时候，这个博鳌论坛呢，嘿，消息会的同一天，厦门呢、啊、马上就公布了31项的会台措施的60条的配套细则，那么这个31条，大陆是说是已经完全落地啊、哦，完全落地，就医、交通各个层面了、啊，就业啦、啊，哦，创业啦、啊，居住生活啦、啊，学习实习全部都落地了。对他要求落，你说那个不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啊？他就是要求落地啊，他、啊、教你在那边设研发中心，看你敢不敢去啊。这个当然业者自己会去评估了。啊，所以说就这业者，我冇跟业者谈，业者讲住宅检我哪敢去，啊去个鬼拢去啊。欸、所以这我是安尼啊，我感觉讲大家爱互相同理心呐、啊，啊，共创双赢啦、啊。你哦，部长，你这个太好心了，你不能用同理心，希望国民通通都跟你的想法一致。不，我在强调，这个商人无祖国了、欸，哪里有利益他就往哪里走了。不，但是到尾啊，伊看到尾啊，讲你啊，像讲研发中心要甲落地喔。这真的会部长、啊，如果今天我是业者，我看准他长期会有得利，管他什么落地不落地，我当然要往那边走啊！不，你瞧台积电，你要看研发中心在台湾，然后我们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它的市场，我们去那边就不一样了、哦，做法不赶快，那个大陆的发展，我们看在眼里。是它只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强。外公，它的吸引力将来不输美国了。啊，它的吸引力，我搞微软报告，不能烂漫呐、啊。不能浪漫，对啊，当然不能浪漫啊！爱一波啦，爱一波一波啦，嘿啦，哟！所以我现在也是一再强跟你强调，不要想得很美啦，好啦，不、啊、不是美，台湾人才一定会留下来，不爱务实啦，不爱务实啦，太美了嘛，是爱给工厂给那些留才这样的。这个概念是吧？实哪里有利就人就往哪里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嘿啦，这当然嘛，现在在思考这个今天我们要产创条例的这个税务。你要从这个面向来，好，谢谢你，为了给他提醒，我们来注意一下，好不好？好，好，委员，谢谢，感恩。好，谢谢。接下来请王惠美委员。好，来有请主席，有请部长。部长，经济部部长。委员早。部长，我们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啊，现在是火烧山去累着狗哈。那现在台湾呢，也是卷入了这场战争哦。那根据我们国贸局啊232条款调查的钢铁项目，台湾的钢产啊占总出口的13%左右，大概有13亿的一个美元。那铝的部分呢，美国是台湾第六大的一个出口市场，所以这次的关税呢涉及的项目，大概占我们总出口的有6%哦，大概有到4400万美元哦，这个也不可以等额。是之哦，是。那行政院长赖清德他之前呢有说，对于这个钢铝的部分呢、啊，要求你们要去厘清到底台湾的钢铁有多少是含中成分嘛？调查出来了吗？这个部分大概我们在这一个贸易局那边有资料。好，那赖院长后来又一句啊，降低对中国原料的使用的结果啊。哇，你们效率很高哎！经济部一直命令啊，要求业者在毫无准备、过渡期的情况之下，全面禁用中国大陆的钢铝原料。请问部长，你有没有想过对业界的冲击有多大？这个不是，我就是在了解的阶段，进步做这个代志哦。干部，这有误会。你们有个公文呢？没啦。你们看到那个公文吗？没。要不要我印给你看？我跟你讲，这个是我。贵的来波的胆，我要在这边强调，不能是不是不能禁用，但是为了贸易生存，产业一定要配合，对不对？但是你们完全没有给厂商一个叫做缓冲期耶。我们4月2号宣布，4月3号就开始禁用，哎，有哪一个厂商它的应变速度是这么快？哪一个厂商能够无缝接轨？你告诉我啊。这我搞委员报告，这个是迄阵在跟业者沟通的时候，啊，讲了传达不和谐，啊，不和谐，哎，啊所产生的误解。误解。好，你们的配套措施在哪里？你们单单院长一句全面禁用，然后你们就放任这些厂商自生自灭。报告，起码两种代志，一个叫做碳钢，叫做 OT 啊，啊，一个叫做不锈钢，叫做北 T 啊。OT 啊部分，碳钢的部分，我们要中钢6支高炉全开，把这个量要开出来。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要要求我们中钢呢，跟它的下游厂商要好好的来谈。所以你有跟中钢铁路讨论过了嘛？是不是？我有当时都有要求啊。你有跟他要求嘛？啊、哦，对，而且那中钢应该说全力配合吧？对，一定配合。对吧？而且，但是呢，
第一线的厂商跟我们反映啊，中钢这几年完全是以获利为导向，是盈利以盈利为目的哦，根本就没有在辅导台湾的产业哦。不，我甲委员报告，我甲当初都要交代，两块钱，而且爱甲业界做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而且我刚刚讲的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哦。第一个，我们中钢最近的获利啊，三月的营收有339亿，年增6%。然后呢，累计第一季营收啊，933.9亿，年增到12.5%。显然，他这段时间已经火力全开了哦，对不对？是，我甲委员报告，以中钢来讲，伊也是一个股票早期是挂股占较济安尼尔，伊是股票早期的公司，是闽南话。咱股东个要求会使无？哎、欸，我也要求啊，所以我头拄仔个甲要求嘛，我头仔甲委员报告，火力全开嘛。伊就是六支高楼拢爱量爱出来，啊，出来了计小。我讲啊，我交代哦，不能借机哄抬哦。啊，对，我就是要跟你要求这个东西。对，啊，我拢交代啊，我拢交代啊。啊，再来第三版的量不够，我难。你甲交代啊，伊也要无只安尼做，你要哪个处理？无咯，啊，即我会对业界只工会来反映嘛，我反映工啊，叫只我过来叫来协调。好，所以目前你可以跟这些厂商保证，中钢全力配合，不会有哄抬的价格的状况产生。这我要求的，我要求的，好。你们这个也是做一些所谓的预防措施嘛，在你们要去谈判的过程中好谈而已嘛。那如果在谈的过程中又是不顺，他还是对我们相关的产业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裁的状况之下，怎么办？这我跟委员有没有配套？这个在谈的是咱来了解人世界各国安怎谈法啦，吼、哦。所以讲像讲这个韩国是安怎谈，啊，其他国家是安怎谈。啊，恁即马迄个美国抓到未？有啊，这个我在注意，我会注意，所以你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啦。这个物件给讲要去谈啥，咱来先知己知彼啦，吼，安尼要谈较好谈啦，吼。我迄个五天的连续假，我拢在上班啦，嘿，我拢在上班。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说可能有部分的会对台湾比较有利，类似像制裁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对台湾比较有利，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希望你们经济部做充分的一个这个准备，对于能够转化变成加惠台湾出口的这相关的业行业，你们有台湾有竞争力的，比如说化学啦、机械啦、资通讯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取代大陆的出口，你们要掌握机会。再来，谢谢你敢提醒，因为这个贸易制裁的贸易的这个要求的状况的受害者，你们要积极的有所作为。你们忙简单西德又不是西饼都加棒骨加炒好去呢？开玩笑没了啊！你们要怎样把这些有更多的一个资源，更多的这个啊，来挹注这些企业来开拓国外的这个市场啊？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呢、哦。好，这个保护主义在的这个盛行啊，你政府的措施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你们要先演你出来，不要到时候且战且走，害得这些企业哦，这个安尼因为国家处理了不慎啊，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出口、哦，好不好？那台湾也来注意。你们到时阵美国大腿摸到尾啊，去用卖出去，去用啊，搁敢倒盛行，那个就歹看的哦。这个我拢足注意、这个东西你们负有对于这些企业的一个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啊、政策，所以你这部分一定要研究清楚，好不好？这个搞微软 bug， 我们很谨慎呐、啊，这不是开玩笑、欸。这真的不是开玩笑。这开始，中美大战会先说，到时候累到搞样的就衰小的哦。对对对，这开始，尽管谨慎呐、啊，嘿。啊，接下来请赖世宝委员。谢谢主席啊，跟谢谢陈赖素梅这个委员那个礼让，感谢啊，我们请一下部长。啊，部长请。委员早。啊，早。你今天的修法哈、啊，我想站在一个台湾的留才的一个角度啊，我想应该不分朝野都会支持的、啊。谢谢委员。个人支持这样的概念，甚至于我都觉得说可以回到最早期的。对了，有阿哥。你现在目前还不是回到最早期。我在，真的是。人家不是哦，这个我们应该已经到位了，我在，已经到位了。哦，这么人拢做好了嘛？我在。我今天来这里，我时间也不延长，我用很短的时间讲。是。我记得有，我那时候还在政大担任专任教授的时候，是我跟一个企业团了去日本。是。我那时候担任政大企管所的所长。好、哦。我带了一个团就去大陆，去日本。是。去拜访他们的官方，拜访他们的企业，是他们都告诉我们，日本的企业之所以这么有竞争力，
他们对于 CEO 的主要他们的评估的标准不是说你给你当我姐姐，不是 bottom line， bottom line 就是那个会计报表 bottom line 最底线，赚多少钱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替企业多留多少人才。哦，对一个国家，对评鉴也是如此。哦，人才最重要。是，这个、是么这是国际的本呐、啊。大陆现在会台31项，对，结果厦门呢用60项，对，从生到死都报了。这里面最可怕在哪里？最可怕的在于他对于工作满一年以后那些高学历的补贴。啊、哦，所有五郎五分咯、哦，哦，啊，到不到可能嘛，相分咯，我这里五郎弄五分，你可以看到、哦，这个硕士人民币3万，哦，按照咱这边算哦，3×515万，一共14万哦，这个客气4.5啦，14万那里哦，博士台币23万一年啊、哦哦，哦，一年，然后呢，这个如果是特有的人才。是人民币30万到150万，也就是特有人才就140万台币到700万。什么叫特有人才？我们先望眼一看呐、啊，台湾工研院一半以上的所长都是特有人才啊。嗯嗯。经济部一堆特有人才，台湾鬼没有特有人才，他可以就只要你一个工作，他 plus 700万，像这些案例了。这么可怕，这个才是。最要命的，你给那个端这个菜啊，小菜啊，更何况你没有一步到位，你这个只是加一半年了，哎，加一百分，你给那个加60分了，你给加这老实讲是不高。如果我的看法哈，我们就通融给你，回到最早期的，回到最早期的，才是真正的吸引人才。有啦，啊，这业界有期待了，期待就是应该这样子了哈、嗯。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现在看到厦门的60项，对于这些的人才，硕士、博士，我们不要讲什么鼓励，我们就单纯挑一个鼓励博士去业界。对，可以不可以教育部编个由经济部引你写，跟教育部谈，跟财政部谈，财政部不用谈了，跟教育部或者你自己定了，你经济部有钱呀，你编这个钱呀，鼓励高端人才进入业界。也解决现在这些台湾年轻教授出路都被大陆抢光光的一个困境了，所以最简单的就是讲，你可不可以提出来？比如说，你到业界，博士到业界，只要有人聘你，经济部一人给5万，会使哩无？请问你，一人5万，一年才偌济？63万尔，还厦门的一半，厦门的一半，厦门是多少？200多万呢？那你讲一下。这个部分，唔敢讲咧，嗯，今天我加过来思考看卖下来，好、啊，哎，谢谢委员真的提醒，这样我们来思考看看。不是可以做吗？我问你方向可以做吗？这部分我来思考，哎，你这个部分上市贵公司不需要，老实讲，你得鼓励全面好的人才留在台湾。你说上市贵公司，你家里靠钱，上市贵以外的，以筹组没问题啊了哈。只要你博士，你到。任何的企业界，不管制造业、服务业都一样，给我们。但是就是上市柜公司排除在外，啊、排除业绩，他筹资平台没问题。对啊，他有钱呢、啊，对不对？啊，这我来研究，我来研究，我看看委员你讲的，我来研究。现在人家已经大的政策出来啊，是我知、嗯。你怎么壮大台湾，跟大陆抢人才啊？他这样抢，你可以看到、啊、博士补贴的，他有工作哦，他的薪水之外 plus。Plus， 人民币5万，啊，这优秀人才 Plus， 140万700万140万起跳到700万，这个才是根本的，要跟大陆抢人才。所以我说，大陆给了多少，我们 double 把它抢过来，啊，不然这样，我真的很忧心了、啊。是台湾的高的人才这样子会被大陆抢光光。对，起码得，起码已经是这样子，这叫做抢人才大作战。对。对啊，那呢模式全部套路，银行全部开放，欢迎你来。啊，在这个高呢，这个有利可循的。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是我们有一个教育部有一个扩大海外学人方案，一人给2万，这我一人给2万，
有我有印象。请你给二十四万。有那个我有。只要你是博士，给两万。有啦，这个你只要博士 ，double 给五十万。有啦，这个我有印象。好，这个我有印象。好，谢谢。谢谢委员，你给他提醒，谢谢，感恩。接下来请陈代素美委员。那本次会议，这个延长至法案审议完竣。好，主席，我想请经济部沈部长。部长。委员早。部长早。是。今天审查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今天会顺利通过了哈，应该会顺利通过。那此次修法除了中国对应因应中国对台31项措施，也是企业留财揽财进行修法的适度放宽。我想呢，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哈。是。那我也要请各单位更费心一点。那部长，今天我要在这里跟我们部长另外讨论无人载具的议题哈。是。无人自驾车是未来全球的趋势，而无人自驾车所运用的技术及需求。对台湾的汽车相关产业可以说是提供的另外一个展现技术的舞台，对于经济及外汇将有一定的贡献。因此呢，对于无人自驾车这个议题，台湾势必不能缺席哈。那据本席了解，无人载具实验创新条例最快这个月会送进立法院审查，这部分如果通过审查，针对后续的一些发展我想请部长您说明一下。我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是请我们经济部技术处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一次的无人载具呢，我们包括陆海空车辆、飞机跟运输船，这些整个所谓的陆海空三个范畴全部都包括，都有包含进去。要做个较做较熟悉的，做好比较完整了。对，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对，而且这一次呢，我要求我们同仁去收集人家国外在这一种所谓的无人载具的这个创新实验的这些的条例啊，人家是怎么立法，然后完了又再回来衡量我们的国情。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中心思想把它定出来，那定了出来以后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条例简报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人家国外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现在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做，那立法精神什么，这也是我们行政院列为优先法案嘛。对对，去年底原本拍板科技部预告了条例，但行政院经过思考以后，认为产业发展还是由经济部来主责哈。那我也看到你们很迅速就提出了一个草案，而且将本来大家所诟病的叠床架屋的状况呢进行了改善。那在三月底也已经法规完成预告哈。那对于经济部这部分的投入，本席也乐观其成哈。那本席要在这边提到，有学者投书媒体哈，我看到列出自驾车的发展应有的策略，我把它摘录重点出来哈。OK。车联网先行，先在封闭场域测试道路环境准备、肇事责任归属以及车险求偿机制哈。那这些建言看起来哈并不完全包含在这次经济部提出的条例内容中哈。我好奇的是自驾车这项高科技的技术研发产业本身就很复杂了，那经济部本身为主管机关，那在截至目前上有没有碰到障碍呢？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跟各部会沟通还算不错，还算不错。因为最后在三月底的时候，各部会都有来参与，我在部里面听简报，大家都整合好了。那天看到经济部有提到哈，针对自驾车的实验前请申请人要在模拟或封闭场域进行安全的实验，并建议双重感测防护机制，工程人员要受过安全事故排除训练，申请人也要规划并提出投保责任的保险。那短短这几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自驾车的那个实验条例是经济部主责，那如果要上路的话，又会牵涉到交通部和地方政府，那么模拟封闭场域是在科技部，那安全事故排除又牵涉到安全卫生，那这可能就涉及劳动部。那另外呢，保险的部分呢，我想这可能跟金管会又会有关。以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多头马车通常哈都不会有好结果。你怎么看经济部在无人载具这项推动的角色要如何厘清权责，又如何的整合？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部分我们那时候在
定这个部分呢，各部会都找来了。那找来以后呢，我们那时候如果说真的有困难，我们就拉到院里面去找政委协调。那目前呢还算不错，因为这部分是吴正中、吴政委在督导。哦，所以刚刚您讲的是目前沟通管道都还畅通。那如果畅通，那当时为什么会发生去年底原本拍板是科技部，最后经过思考以后又改为我们那个经济部主管？这个难道不是沟通上是有状况的吗？这个部分之前这一段我不大清楚，是后面呢吴正中、吴政委说啊，这跟产业未来发展有关，先期的部分啊一定要补。我说没问题，我们就扛起来了。那本席要在这边语重心长的提醒经济部哈，是绝对要上紧发条啊。无人载具的产业推动是必然的，但却不是那么简单跟轻松的事情。那我也请经济部提供相关后续的一些资料给本席好吗？好，没问题。好，谢谢。我也请我们技术处那个罗处长来提供哈。好，谢谢。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我改书面质询了，接下来请孔维基委员。好，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沈部长？部长请。委员早。早，那部长早。那个这次产创条例的修法，是针对这个上市柜公司的员工啊，持有股票，他这个从缓课税现在改成是怎么样的一个改法？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产业界也在反映说，留财的话呢，是希望呢要有弹性，因为过去我们从缓课，然后到最后就是在取得股票的实价来课，那现在有时候牵涉到呢实际转让的时候价格，这个呢他们认为要有一个折低啦，对留财比较有诱因，所以我们也就顺应民意，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从课从其中一项对啊来这个课税，对取其低。取其低者，对对，人这个当事人有利的，他的所得税嘛，对，那你认为这个就可以把他们留财？这个会让他，这是期待，他们期待这样来说才符合他们所谓的诱因呐、啊。对，那这个是诱因吗？这个不，我觉得不无小补啦，不无小补。哎，对，那这个只是一个对上市柜公司的一个修法嘛，那针对中小企业有没有？中小企业没有要中小企业的留财措施，这个都可以适用，也可以适用吗？对对，就不是只有针对上市柜公司的，对，就是500万的什么那个，对，都一体适用，都一体适用，对对。啊，那个本席是对这个没意见啦，是啊，这个我们最重要是要把这个人才要留住嘛，要留住了，因为人才留住现在政府一个是育才、揽才。留财这三步都要好好的把它做好。嗯嗯嗯。那对于我们台湾提升台湾的经济的竞争力有多大的效益？你觉得？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诱因啊，有助于国内产业来因应国际在竞逐人才的部分呢？的这一个部分呢，应该是有帮助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从员工的角度，员工的角度呢，因为透过这样呢，会来提升员工潜在所得的水准，因为对他有帮助嘛，有利于员工呢来增加对公司的向心力，然后留在公司一起打拼。这个不，我觉得呢，这个是大概从这里。那我希望是能够真正看到效果了，不要说因为这个为了什么。因为这个部分是这样，是我们这些产业界期待的啦。政府就是要做产业界期待的事情，这样。这个是针 对国家也有利嘛，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一块我们应该来做。你们是支持这个高科技产业嘛？这个部分彼此。所有的主要是高科技嘛，半导体啦什么那些高科技，一体适用，一体适用，机械设备都可以，传统产业都可以用，嘿，批发零售所有的服务业都可以用，嘿，
所以我觉得，我们留才跟揽才啊，这现在不分彼此啊，不分彼此。像国外的那些高科技人才都想留在国外，也没办法吸引他们过来啊，因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已经是一落千丈了。这个部分是政府也要来塑造好的这一个投资环境，然后透过好的投资环境解决五缺的问题，然后让还有要有新的投资案，然后呢新的产业的扶持，然后呢让这些国外的人才看到以后再回来。哦，就像 AI 人工智慧这一块，部长，我觉得你应该哈、要学习那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他讲的四大措施。要改善那个大陆的投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啊、那他也承认我们台商对大陆的经济发展力有贡献啊是啊习总书记啊他承认台商在大陆刚发展的时候、对啊他对大陆的经济发展台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啊那这现在反而我觉得他们释出的力多比我们更多嘞啊我们要怎么样鼓励要配合这整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开放潮流。昨天我有特别咨询你嘛？对。但是你说我们要多元的发展，要怎么样？我觉得部长，我们的措施哈，真的提不起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给我们台湾的产业界一个强心剂啦。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看整个在全球方面的这些在所谓的抢人才这一块啊，我们现在案里面大概也就是从所谓的育才、揽才，然后留才这三个一体来整体来看。对，你去看一下，现在很多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啊，都到大陆去发展了。嗯，好，因为那边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高薪的条件嘛。嗯，哦，他们的大学毕业生。大概都4K5K 哎、欸，对哦，那我们这个大学毕业为什么都想到大陆去发展呢？啊、哦，这个我觉得当然要从根本上，最主要就是它的整个经济体比较大啦，那个 scale 规模比较大啊，它现在呢也正在就像早期台湾呢在经济起飞的那一个阶段啊，所以大量的人才，所以它有这样的作为，就跟我们早期呢那个每四年有一个计划，每四年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但是现在呢，我们新政府上来就5+2这个部分呐、啊，哈、哦，这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套，然后你可以看到智慧机械啦，我们的国防产业啦，我们的生技啦，哦，我们的亚洲等矽谷 IoT AI 整个都有。那现在呢，我们如何来再来再加强？比如说产业界认为还要再配合的，就像今天的留才这部分，我们随时呢来倾听产业界。那个经济部要提出哈、哦，一个怎么样一个强力的一个好一套策略出来，而不是针对一个条文来修正。哦，要提出一个揽才、留才、育才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吸引人才的方案嘛？好，这部分我来看看，就是我们把一些现有的在所谓的育才、揽才、留才整个资料给委员一下。好，我们有，好，谢谢。好，谢谢。我接下来请庄瑞雄委员，庄瑞雄不在，接下来请周成秀家委员。谢谢主席，先请赋税署李署长，署长请。喂，好，好、哦，署长好，署长，针对大陆寄出31项的对台政策啊、哦，我们的财政部许部长啊、哦，在立法院强调说，台湾的税制竞争力不会低于大陆哈、哦，他还说台湾的中所得税税率从45%降到40%哈，而且产业创新条例里面也已经有规定，员工的薪酬股票技术入股可以。不限期缓课哈，只有在转让的时候哈才会课税。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修法从低课税啊？让员工享受更多的租税优惠，这样有没有符合公平正义？
是报告委员，那个这次这个党团提的这个法案，基本上是认为说，因为我们在缓课的时候，就是如果在修法前现行的法律的话，你在缓课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你本来可能在这个取得这个股票的时点，你的价格可能，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是100块钱。那因为你选择了缓课，因为缓课也许这个公司的前景不错，它后来在市场上这个价值就增加了，也许变成150块钱。那你这100块钱将来在处分的时候呢，会变成要按150块钱来课税。那对这个员工来讲的话，其实他真正的所得应该是100块钱，但是呢，最后因为就是他因为这个转让的时点延后以后，反而增加了这个价值。那增加这个价值中间，这50块钱这跟这100块钱当中比较来看的话，这50块钱有点类似是一个资本利得的概念。那因为我们目前依照现行所得税法的规定，你如果说今天持有一个股票，然后你在处分的时候中间如果有一个价差的话，我们通常是把它当成是证券交易所得，是免税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会认为说，那我员工取得这个股票，将来按照比较高的价格来课税，反而是要课税，中间这个价差反而要课税，反而是比较不太公平。那对留财来讲会有点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呢是觉得说，如果说基于一个不管你是员工或者股东持有一个股票，这中间这个价差的部分呢，能够做一个合理的处理的话，也许是比较有利于留财来这个诱因的。好，我想国际化的资金跟人才的流动是无可避免的啦哈。那如果我们台湾有高薪呐，以及上市本益比如果能够增加的话，我相信哦，这些资金跟人才哦都会往台湾的方向来流动啊哈。所以哦，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已经想不出其他的办法，让这个经济发展的措施能够有一个空间，再来发展，跟他存租税办法是不？其实报告委员，因为其实留财揽财这个措施，行政院有一整套的措施，那其实包含这个国发会有一个留财揽财的专法。那个专法里面其实不是只有租税的部分，还有很多面向，它都提供很多友善的环境，还有友善的措施，都希望能够浏览这个我们本国的人才，还有国外的人才，所以不是只有租税，这是唯一的工具。我想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一个有利成长的经济政策，让我们台湾的这个经商环境能够永续发展啊，哈，要把这高端人才留住。爱把这高端人才留住了哈，啊，无人若走去吼，咱台湾都无希望啊哈。好，谢谢署长，你先请回哈。来，我再请经济部长啊。委员早。好，部长早哈。老张。部长，咱台湾今麦上大的隐忧就是投资不足哈。嗯。你看一下哦，我们超额储蓄率哦，从1990年开始哈。嗯。2-3%嘛，2-3%，到今年吼，超过12%吼，而且这些超额储蓄也连续5年都超过2条吼，企业储蓄更是创下历史新高哦，这个表示讲哦，我们的国人跟企业吼，不管伊冒着任何的风险，对这个实体经济啊，甲金融市场来投资啦吼，啊，你敢知影这无爱投资的原因是啥会？因为这个投资环境上根本的就是土地、水、电、人才和工，所以这五项这是投资的基本的要素，因为在意的，所以说那一场起来了，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建及理及提出了5缺的一个解决方案，而且这些解决方案呢，要让业者感觉说让他们感觉他们怕他们的问题有解决，他们较愿意来到台湾投资，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希望这个投资的障碍你能够去排除啦，以让我们台湾的我这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招商中心把这些投资案我们都专案列管，而且专人专属，而且专案服务，希望把我们台湾的人流、金流跟物流是通通能够让它回流，把我们台湾的元气保护掉，所以这要壮大我们台湾，这才是第一步啦。对，感谢委员你关心，提醒。来一点就是这个美国总统
川普进入白宫之前哦，就发现美国制造业的根基已死哦。一定要强大的制造业是美国推动技术创新的根基哈、哦。是制造业那出走哈、哦，这个产业链就会连根拔除哈、哦。所以他非常积极的号召制造业重返美国哈、哦。啊，不过咱今仔日台湾的产业外移哈、哦，比美国更加严重哈、哦。这个部分请部长哈。过去早期是安怎外移嘞？外移有几个东西。个、就是土地成本、劳工成本，啊个环保的成本，这三个比起来，大概个是到处才会比嘛。啊比啊，到尾个讲，哎、欸，安尼伊认为爱去伊适当的所在，所以伫遮造成，所以讲这个物件到尾嘛是要用武器来解决啦，嘿，安尼。好，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后面还有很多，其实也没有时间再问了。我随时赶铁线，我们的时间非常短哦。希望主席以后能够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我也希望哦，遵守时间呐、啊，哈。好，谢谢委员，谢谢，感恩。好，谢谢周成委员。接下来请江永昌委员。谢谢召集人，请经济部部长。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其实我们说哈，要发展产业，要解决它的问题了哈。刚有讲到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是。但是有一个环节，我们落后国际非常多，那就是无形资产。好、哦，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现在三大问题嘛哈。第一个，如果是新创产业，他希望能够去募资、增资等等。我会说一个研究的领域一个发展，第一个，他没有评价，银行也没有办法去处理授信。第二个，当发生了有没有？嘿，他这个相关的赋税署今天又来了哈，有关于在这上面税负的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最后就是说，如果公司他遇到有诉讼的问题的话，他也没有一个预先的一个评价，也不能去解决这个争点。那以这几点来讲，所以我知道。我们在104到106，我们对无形资产在我们产创条例当中12条、13条、18条有做的修法，你讲讲看。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这个部分工业局这边呢也一直认为我们要来发展知识型的产业，尤其新创的话，那就是无形资产的建价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至于这个部分，我请我们那个李局长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在去年的产创条例11月22，因为也是立法院帮忙修法之后呢，在第三项跟第四项、第十三条的第三项跟第四项分别有一些执法的订定的一个授权。那譬如说在第三项的部分呢，它是来订定无形资产评价的方法、程序啊、报告啊等等这些的一个做法。那我们订的执法现在正在预告当中。那第十三条的第四项的部分呢，是等于无形资产人员还有评价要向经济部呢进行登录，也取得登录证明等等这个的一个母法授权哈、哦，所以目前呢是从2月22号预告会有2个月的期间，所以到4月20几号的时候呢，会有把预告的意见来去做修正，所以委员这个。目前大概进度上是这样子，我们希望也是因为在产创有一个母法的授权，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无形资产评价的部分呢能够做得更加的完备。好，我点一些问题哈，希望你赶快去处理。第一个是，你知道美国其实它将近已经发展无形资产的一个评价机制，已经30年了。台湾其实是落后的。是。那我在你刚讲这个东西，无外乎我们利用无法，我们要增加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评价的这个它所谓的登录哈，那一个当然是在这个基准跟资料库。那另外一个办法针对的是评价的人员跟机构，好，对吧？这两个部分。那我现在问了，第一个，如果评价的人员的话，那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对他们有证照的一个管理啊？跟我 你说说看。是跟委员。那你现在办法当中，我提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我们现在在你的草案的第二条，无形资产评价人员及机构应向经济部进行登录，并取得登录证明。是不是登录之后他才可以去做评价？但是结果很奇怪哦，你现在要认为说他有资格向你做评价的人员，他又在2年之内要完成无形资产评价案件要达5件以上啊，这不是很奇怪？他是先登录还是先评价？还是先评价还是先登录？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矛盾之处？跟委员报告哈，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机制的建立，因为法律授权完之后，就当然要有一些游戏的规则哈。那所以我们目前呢，像跟中华无形资产还有企业评价协会等等，好，这个民间的各些做评价的比较有经验的部分来去做讨论，来了解说这评价的时候呢，在刚如我陈如委员所说的，我们在登录的这个执法哈，就是我这个13条第4项所颁布的这个司法上面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比较完整的哈？这样又要有一点经验，又要做登录。那因为过去这个登录的部分没有这样的授权嘛哈，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这样把这样制度建立起来。那确实如果能够赶上像欧美先进的国家对无形资产有这种评价的一个机制的完备化啊，这个就是在这个预告这个过程之中，委员的指导我们会把这个放摆进来，就跟民间的评价协会来去。我的问题是一句话啦，你要来登录必须你有评价过，可是你登录过之后，你才能做评价。这句话很矛盾的哈，你回去研究一下。这不通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在塑造成什么样的机制。另外，我问你哈，107年，我看你们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你们现在在推动证照。那其实无形资产评鉴师也分初级、中级、高级。可是结果，你们在那个一览表当中，你们里面文字又去叙述说，如果要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执行职务的话，又无需要这个能力鉴定证明书的资格，你又推这个，那你又在从业的职务人员又说不用遵守这个规范，这在写什么？对吧？这就是因为要有一挂经验啦，所以我问下面要跟遐个工协会一个讨论，讲伊的执行，因为近年法规是阿表再来啊，近前我开始有一挂协会已经拢地在这样进行，那也是遇到说，这可能在刚如陈如委员说，这个无形资产评价上面呢，是可能有些在金融机构它比较不容易认定，所以呢，这个要把它变成有一个公信度，好像有经济部能，因为产创有这样的授权。简单来讲，以后。是好，不管你的登录还是管理建制，这些都两个办法草案都落实之后，是你会开始以证照的一个制度来取代现在其实从业的时候无需要这个能力鉴定。你是要这样做吗？方向是这样，因为你现在国内根本没有嘛。是，我听说你们的方向是，如果现在要做这个无形资产的一个评价，优先以国外有证照的为主嘛，台湾再来慢慢建立嘛。是，当然这缓冲期是可以这样子去想，可是你方向。目标就要清楚讲出来，国内开始要建立无形资产的证照制度嘛，就这样讲。因为国外现在有一个 IACVA 这种的哈，这种它已经由来已久的，这种的就可以做财政。那国内的部分呢，因为现在还要去看说这个证照到时哎，往下个扣嘛，哎我扣叫我看发照，啊发照还够有公信力的哈，啊所以这个国内目前这个因为咱都过去基础较不好，所以我们努力把它建立起来。那过渡期完之后，如果那个成熟，当然就可以做财政。好，方向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执法修法都是委婉。提醒哈，我来做精进嘿。部长，即马基础是，即基础是有够差啦。我甲你讲吼，咱伫2016年12月去办了初级的能力鉴定，有1560人来考，结果只有144个人合格。可是其实你要知道，产业一定是不止这需求，而这才是初级的呢。我都不知道2017初级的人有没有再来考高级的，因为只有考过高级的，他才有制作独立这个评价报告的能力啦。这我甲委员报告，上重要是评鉴完了以后，金融机构的采信度上重要。这个主我咧做决定，迄阵我阁足在意这件代志啊，因为这个也无经验吼，你敢讲价值多少去银行讲啊？这你讲你的，我听我的。这我感觉讲委员敢提醒，我慢慢来，互人感觉讲这个制度建立好以后出来的那个所谓的权威性，这个上重要，这我要来努力的所在。我拄好前面问这個啦，金管会95年5月3号。他已经去找这个中华民国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他去委托他成立的一个评价准则的委员会，总共到现在有12号了，前前后后环环相扣的这个评价相关的一些准则规定以及所有的这些方式了。那这个这总共12号的这个准则，你说你尊重，尤其尊重金融专业，那这个你要把它提升位阶吗？还是参考吗？还是做什么用？
就是因为我们在推这样的过程之中，就可以把机制建得更加的完备，爱够较有信心的。啊，所以阮经济部这都从咧考照的部分，还是用透过 iPass 来。那个一号到十二号的那些准则，你是直接怎么样？协调进口会啦，因为这样会有当时有部会。很两边爱来瞧啦。我最后给你建议啦，其实你看要跨部会，说不定还要跨地方、跨机关，有没有？其实我看那个条文有写的有点笼统。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是单一窗口，就经济部拿来作为那个，不是只有协调的而已，而是你们就是这个的主管机关。我把委员报告给我们整个扛起来了，有困难，我们请政务委员、行政政务委员出来协调跨部会的问题。好，那会后给我一个进度期程的一个预定，好，一个计划表，请局长来配合。好，谢谢委员，谢谢。接下来请陈超明委员。主席、各位列席委员、各位官员，大家好。首先有请经济部沈部长。部长请。委员好。沈部长好。首先我请教沈部长，是关于产算条例十九条之一，主要是配股分红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修了这条法令以后，会把台湾的人才留在台湾，还是它的效用有多大？这我甲委员报告，因为这件代志会使讲，主要咱业界有期待啦，吼、哦。事实。大家是拢咧期待讲快当恢复过去迄个较好啦吼，但是到尾来讲，我嘛是讲无个折中吼，即个个算感觉讲对咱吼业界有期待留才的部分，因为过去咱迄阵个感觉讲迄阵退掉了，甲伊出脱的时候，即两个大家感觉讲应该互即员工有一点弹性啦，起起低安尼有诱因啦，所以阮个感觉讲安尼，这嘛是真正是一个，即嘛世界规个拢在抢人才大作战嘛，所以我也感觉政府安尼做是有需要的啦。我说这个政策叫做击鼓的政策，咱咧给息啦，这给息啦，我按照形容叫做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往一个小利，你没有大开大阔的精神来去台湾去留才。其实你说企业界里面，当然跟财政部里面。好，你们的观念有冲突，但是大家一般企业的想法，分你课税，好，一条你不能剥两次皮。我有这边奋斗，我有这边努力，我公司赚钱分配给员工的，就应该得到他。你把他课税，你要像爱国奖券，我中了1000万，我抽了200万的税，我800万留着自己，安尼大家才会往上有一种竞争的力量。该打拼的精神，是在修这啊！我常常讲，执政党要面子，要理智。我有修，我怎样留才？但是你企业大家问题，无人会感动，无人会感受到，因为你这样子课税的最低最最低啊，然后综合所得税要扣了一次啊，到底帮忙有多大？我这实际跟你讲，我可以理解啦。哟，委员，咱别讲，你那是对恁哦。即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建议即我拢听有啦，嘿，即马个讲，整个较单纯咧，即会当有共识的，咱个向前行吼，以后各方各来。慢慢来行。不啦。我行，但是你做出来是要慢慢走，慢慢走，大家感觉都不到嘛。没啦，我感觉讲，即步会当行，咱个先行好无吼？你敢提这，我来个来注意。我来讲啦，啊，即马时代台湾的投资环境非常的不佳，而且非常不友善。您现在外国来投资年年的降低，我们比北韩多了一点点。其实台湾的地位优势啊，在这几年内斗民粹里面已经流失了非常多。我甲委员报告哈，你也像最近这个 Microsoft 的一个管理来投资10亿，而且甲人工智慧全世界以2000人在台湾报200人哦，一个看到感觉讲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巨大的所在。所以咱过来跟我谈哦，要安怎来落实？那个 Microsoft 来啊，是因为我们地方不大，我们人才很平均。我们有长期训练，最主要我们的生产链在台湾里面很快去组成。
部长你也晓得，世界上以前在一公里里面能实施一个电脑出来，只有台湾有这样。是啊，他现在是借用我的，但是我们台湾的市场太小，对，你没有往外去发挥的话，几乎你没有办法。啊，我跟委员报告，今嘛就是委员嘛看到这个，讲台湾的硬体的整个供应链体系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人工智慧时代要怎麼来跟这些软硬结合，啊，这个变成台湾的优势。我了解是未来要走的趋势，你刚好抓对一样，你就一样宣传。啊，我是讲一般普遍性的，其实我不过我跟委员报告，但是咱今嘛跟你讲投资环境，我跟委员报告全面哦，我怎解讲是所有的产业要来跟智慧化哦。哦，这是工业四点零，所以我整个微软共是全面展开哦。啊，再来智慧城市，还是从智慧城市里面的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节能、智慧医疗，这规嘛是前面哦。我是讲真的话，好呵，台湾本身就很好的一个试验工厂，对，试验厂2400万，你来这边做了，而且基本的水准有，对，要把这个结合起来，哦，把它带到外面去，去征服世界。对，台湾商人呢，可能是游牧民族，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跑。是啊，啊，这些政治人物叫做植物，哪里有选票把它盯紧就赢了，所以这产生极大的差异。尤其你们应该要大刀阔斧。其实我们今天我谈的是很多，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基础教育，如果没有把它恢复起来的话。万变那个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们像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经济部，要去从事职业的工作，觉得这个工作有能力、有好去做。请南宫刚才他带他出来，文笔都不同，养了很多都没有用的。起码得恢复基础教育，而且你也快做些出息拢出来啊！嘿，基础教育起码开始是尽量一个重点啦。我们很会自我陶醉，我们台湾很会夜郎自大。也没有看到别人的进步发展情形，我希望执政党好好改变心态，不然台湾会被拖垮推累。尤其能源政策这样发展的话，招致未来的后果会非常的大，应该适当比例的调整。当然，你做官位，从国民党到民进党里面，但是有时候做官也要有良心。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接下来请蔡玉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同仁，那我们请部长，沈部长。部长请。委员高炸。部长好。好。那部长，我们今天在这个行政院提出了这个厂串条例的第19条之一跟第72条的修正草案。那在这个修法的一个说明中，我们看到部长把这个条文的一个脉络、历史的脉络都把它整理出来，就从104年去把它增订了500万的额度内延缓5年，然后在106年再用这就是针对这个配股的部分用实际转让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是这个修点的修法哈，又更好了，好，就是说你只要服务满2年以上，你就可以去选择。你的计算价格要用取得股票的实价，或者是你最后出售实际转让的价格。是。那部长，你会不会觉得哈，这样的一个改进的历程，当然我们都是站在一个更好的一个出发点。对。但是就是没办法一步到位。是啦。好像都是，试用了，然后开始让这些人才去开始去埋怨中，好为贵企员工埋怨工，我配股的。我都还没享受收益了，你都被我扣水。他已经吵了好久，然后我说，啊，政府终于听到声音了，去改。然后他们又开始在吵说，啊，我这个价格也对我不公平。然后我们又听到声音了，我们这一次又把它用个最有利的。所以部长，你也干嘛做不差不？有啦，这个我有感觉啦。系啊，就是說。啊，所以讲哦，真正阮个嘛拢去听业界声音嘛。啊，即话就讲，这因为部会中间大家拢有大家。部长对，所以就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听业界的声音很重要。可是政府要给人才的刺激点，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想到前，我们就把它讲出来。哦，你干嘛讲？哎呦，这真正对咱好。对了。对啊，不然我们永远只是不断的在。后面去做补教或补救，或者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你讲要有养鸡计划啦，看我都生鸡卵啦。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保定那个工友这，所以我再进一步哈，我就是再谈谈，我们看一下。来，
那这个是我从整理了一个啦哈，我们通过了闯串条例之后，99年通过，那我们赴海外的工作人数呢，我们看出是逐年也是在攀升，好，那从过去的66,620,000哈，那已经哈就是660,000，那已经增加到了720,000，逐年的一个攀升。好，下一页。那这个来源呢？这个来哈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就是来自于说电子产业哈的整个已经变成功，它的毛利低，然后变成说整个电子产业并不是一个高毛利的，所以台湾当然台湾有很多是因为以代工为主，所以台湾的这一些科技的一个新贵呢，它就变成了科技的新品，好，以在台湾会变成这样的状况。来，下一页。那呢，在实际公司的一个状况呢，就是说，因为每次公司不断的配股，他们每年配股的结果，他的股权会被稀释掉，对整个公司的经营会趋向不利，所以公司尽量也不想要去用配股的方式，我就尽量朝向分红。所以我在整理的是说，像这些公司，他们分红的比例几乎都是占公司的10%到20%强，甚至有到30%。好，那回过头了，所以我要跟部长聊的就是说。事实上我觉得整个问题在于说台湾的产业真的是需要升级，我们真的是需要符合台湾然后可以创造高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新贵，它才是真正可以创造让人才留在台湾。那如果我们一直在用过去的传统概念，就是说啊，我们要怎么利用配股，然后他们得到了他们因为得到公司的股份，他们就会想留下来，可是问题是说这一家公司它就已经是低毛利的啦，它的毛利也不是很高啊，所以对于员工来说，我现在在家我也看不到我的前景嘛，这是台湾产业的困境是这样。那部长，我觉得是不是这一块才是我们真的要一起来好好来想办法的一个重点？这我跟委员报告相重要，这现在少年人就是说我在公司吃头路到底有看到我的希望跟将来没有啦，这我同意委员你的看法，因为什么到尾啊，伊个看出来讲，即个企业啊，甲即个企业所做个产业，即有将来性无？啊，伊开来决定伊要阁继续无？这是一个足重要。所以讲，伫即大家，我嘛是咧讲一寡只个即个所谓的新的产业啊，甲产业创新啊，好只员工看到未来，安尼靠我都老啦。部长，我想有一点嘛是爱打点耳乐啦，哈。唔敢。我知道我们现在中小企业处，他们有一个促进公司的一个产业创新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方案。是。好，那像这个方案，事实上他们对于很多他们需要去改变、去成长的公司，我们政府是给他一些火种、一些火苗，让他们去从事创新。那我想，如果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应该要更努力去推广，然后让有新创新的一个公司要更有能量。这个中小企业的 SBI 啊，这我感觉在咱中小企业，大家感觉真有在欢迎，讲这不错啦，这我们再来注意。好，啊，咱这部分就要继续来加强。来加强啦，好，这个代志我们再来加强啦。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蔡委员哈，谢谢沈部长，好，谢谢。好，接下来十一方委员不在，请郑英鹏委员质询。哎，主席、各位所长、各位同仁，大家好，是不是先再麻烦一下部长好不好？辛苦了。好，请沈部长。然后请财政部的李署长。好，请李署长。可能会以李署长为主。保定家好，你参考一下。好，委员你好，老蔡。哎，保定。今天我们的产创条例的修正是大概是希望说我们去年十一月所修正的这个员工的配股可以用更优惠的方式加强他留财的力道，是对，那这个应该方向没有错了哦。是，那其实这个法律这一条几乎是还没有实施我们就修正，对，这个速度很快啊，是，那大概也符合产创条例的这样的精神哦，速度爱紧爱有好，那也希望说改了之后要有效。可是我发现一个部分，好，有可能我们修法速度够快了，但是不够创新，这一点我要跟两位就教哦。好，那来下一张，我们这一次的修法，它的标的是股票，没有错，干那股票你了哦，很金箔对吧？其他的也没有，所以对于公司发行的员工分红的入股，不管它是增资股、固厂股、认购的凭证啊，或者新股，都标的都是股票，这一点我们可以确认没有错，对不对？对，
好，那部长，我要跟您讨论，就是说是，其实现在我们的金融工具不止股票了啦，虚拟货币算不算？啊，基地亚署长，虚拟货币在不在这一次的里面？这次修法主要是以股票为主，股票为主，对不对？啊，保定马西博嘛，哈，所以我认真跟两位讨论的是虚拟货币应该要列入产创条例里面。为什么？我跟你报告一下，来，比特币这个是交易量可能最大啊，市值可能也最大的哈。你们要看我们现在的政委唐凤，他跟苹果公司他们谈的条件是比特币，据说啦，据说是比特币啦。那实心就用比特币计价的，啊也可以了嘛，啊比特币要怎么用也不知道，你要注意到他的分红或他的酬劳，或他是用比特币哦。好，再来，比特币这六个月哈，两年内六个月的趋势，你去看一下，波动很大，跟我们这次要修法的有差不多的性质，差不多并高票啊。下一个，还有以太币，你们去看，就是台湾因为资讯工具很多，我们也是设备差厂。台湾的黑道，全世界的黑道都知道要挖比特币了，哦，所以黑道在利用比特币的时候，有更多在利用这个以太币。以太币跟比特币性质不太一样，哦，那以太币可以做更多的价值应用，有些拿以太币做平台，自己在上面价值，这个我相信两位应该了解了，哦，这是第二种。那这是以太币的趋势，看起来差不多，他们会有连同的效果，倍率也都很高。再来下一个，我要跟两位报告这个趋势了。这个 AVB 你有没有听过？日本的 AV 达人，啊，叫加藤鹰，一共被亏公司，一公司他的公司也要发行 AVB。他说：“你看的越多，我给你奖励越多了。”他也希望说，这个 AVB 不只是他们公司的货币，以后可以变成一个统一规格。这个你们不知道吧？这你们不知道哦。所以大家都在封虚拟货币。我们在去年产创条例修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叫做12月29号通过的哈。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实验条例，这个两位应该知道吧？它几乎是对金融沙盒，它用区块链做工具，以后可能还有其他工具，虚拟货币就是商品。所以这些产业，新创产业，如果它真的是纯创新的话，我们也希望加入在台湾世界上为期实验期最长3年的这试验场域，金融生产就在台湾，所以它应该是新创产业没有错，它也有可能用虚拟货币作为酬劳。作为红利，作为股份，它就跟我们所谓的股票就不一样了。这是现在有在全世界上流通的虚拟货币的汇率，跟高票的差不多啊，跟实体货币也差不多。所以哦，我今天给两位一个建议啦，哦，今天可能在产创条例上来不及修法，但是我认为虚拟货币它马上就是创新产业跟新创产业的主流交易工具，所以未来的奖酬员工的基础，那除了股票之外，不能忽略虚拟货币。是不是可以请你们研究，把虚拟货币适用于产创条例，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署长有没有问题？还部长？我们请工委体先来研究一下。这委员，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虚拟货币目前呢，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它的主管机关，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本身的风险。来看来是比较偏高的。那目前呢，其实财政部也有在我们本署也有在研议说，那虚拟货币的交易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些在这个平台上的这些相关的课税规定。那目前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虚拟货币是什么性质？它是一个商品呢？这我都知道。对，是一个数位商品还是一个交易支付工具？我只跟你请教一件事情，在你认为里面，部长你也可以表达意见。虚拟货币有没有可能变成新创公司或创新公司？没有关系，是它的类股票的性质。对，那它的薪资性质，长凤就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当然就但是这可能就要先看看我们那个中央银行或者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主管机关在认定上面，好了，它是不是具备这样的性质？我一个建议了，我认为它适用产创条例，但产创条例里面也有很多是传统产业，它利用这个部分再去做转型，那我们也适用。但是至少在去年12月29号通过的金融科技发展与创新条例实验条例里面，这个产业应该要适用吧？它最有可能用虚拟货币来适用今天我们所谓的股票性质的分红，它最有可能嘛？所以如果你这个试验里面不包含这个精神在里面，对它波动那么大，那你要折高折低我也没有意见。如果它不适用，讲真的为德不足了。所以我说速度有够紧，修法修得很快，但是可能在新创上面还没有。考虑到最新的这个科技发展，它是一个国家要力推的产业，它的实验其实全世界最高。
如果你不把它考虑进去它的可能性的话，我讲真的，这是对于虚拟货币跟这金融沙盒跟这些产业来说，我们真的只做了一半，也有可能一半都不到，好不好？所以在这一点麻烦两位，就经济部评估一下，到三个月内你们评估看看可不可行，好不好？不然他们讲真的，他们不发行股票，大家都发以太币，都发比特币，都要请你进入我们台币安诺了，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谢谢部长、署长了哈。好，那接下来吴秉睿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有请沈部长跟这个赋税署李署长。好，请沈部长跟李署长。委员好。不六，都要曾一鹏委员讲啊，我讲就斗笠了哈。目前这个比特币啊，连这个洗钱防治法也把比特币未来要纳入规范。六条有这些消息嘛哈？报道有。未来哦，洗钱防治法也包括虚拟货币哦。所以这几节趋势哈，所以我们未雨绸缪，应该也要把这个产创条例里面纳入比特币。啊，苏立，你懂不？李署长，这个我们会配合，刚才政委已经有指教了，那我们会配合那个经济部工业集团来研究这个问题。Okay. 主管机关是在产创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工业经济部，但是把比特币纳入产创条例，是不是要经过金管会同意？我想要经过金管会同意吗？这个应该货币的部分可能有些跨部会是确实需要，但是产创的主管机关是在经济部。好，委员报告，这波我们内部还在沟通一下，好，部会之间，我觉得是一个方向，提供给你们做这个未来政策规划的参考了。另外，我请教部长哈，就讲这个中油啊，五氢输出啊，哈，不然讲印尼嘛，哈，啊就要破局。破局嘛！即我甲委员报告，主要就是讲吼，即、這个中油啊，甲咱印尼一间迄个公司吼，啊，因家己成立专案小组啊，这个专案小组去评估了以后呢，在整个的经济效益 IRR 各方面呐、啊，确实有因的即、這个吼无熟悉的所在。就印尼方无意愿评估。啊，中油没有什么利润。两边哦，包括咱的中油甲对方拢。评估起来，他们启动替代方案哈，这个跟时间赛跑，你如果时间拖越久，就变成废铁了哈。那些得马上扛出来，好，我们要做其他的规划。好，那你现在启动备用方案，备案内容是什么？这我相信中油本身要有压力。就是爱紧啊，因为这家后进的乡亲有无？你得有无？我讲这一拖一直在拖吼，这个都着急的吼。哎，不是办法啦，吼。这我交代阮这个代签代董事长吼，这个代志爱较紧来甲做一个处理。哎，因为这个吼真重要，讲你如果有其他的买主，你有跟伊讲。是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买主，你要怎么把它切割去做标售？嗯，这个会不会有贱卖的问题？这个我讲，这个到尾啊，我也来尊重中油公司，看伊安怎处理啊，对伊的迄个资产的效益最大化，这个应该做一下。这个完结了哈。对，这个完结要聊。时间要紧哈。是。但是你追求时效，因为这个地你要对后进居民的承诺哈。是。对。啊，伊卡苏拖如果伊就变无好排名啊，就变成废铁嘛哈。还唔通啦。所以这个部分哈。经济部还是要给中油压力，限期该完成，然后要把这个资产极大化，资产的价值极大化了。对，好啊，这个新的方案，那你的备案什么时候开始启动？这个部分我们是尊重中油，因为这是它是一个事业体，它马上应该是马上就启动才对。你在跟时间赛跑的啦。因为请教一下这个新南向哈，是新南向十八国嘛哈，对，因为还是这个国贸局的主力嘛哈，十八国主要是针对东协十国了哈，但印度嘛很重要，两岸印度哈，对，它市场非常庞大，是。那我刚这个推动呢，新南向政策对印度的这个联系跟这个政策啊，或者这个力道还不久，印度边啊够斯里兰卡。还有孟加拉，孟加拉还有巴基斯坦，是。
啊，你既然列入这十八国，包括我刚刚忘了这规格，好像没有具体的做法。这个我甲委员报告，以目前来讲，正是眼前吼，咱个相对越南啦、菲律宾啦、泰国啦、马来西亚啦、印度、印尼这六个重点国家，啊，这六个重点国家，事实咱不是讲咱要去杀啥，咱来先了解对方伊要爱啥，啊，咱会当互伊啥，啊，两个当取得一个所谓的双方效益最大化，啊，来经合作。现在我们都是朝这个方向，这样推起来才能永续。因为呢，他有他的期待，他要建立他的什么产业？我是建言的呀，伯利。针对十八国，你都有一个政策的目标。有不要光你不要，虽然是十八国，最后只针对六国在做重点的这个南向政策，其他都是变成说聊备一格嘛，哈。所以我认为说，你要针对十八国它的产业属性啊，它的市场特性，你要这个订立政策目标，好，要去检讨。大家国家拢也有进度啦，我建议是安尼啦。是，好，这我拢会内管。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委员，谢谢。接着请费鸿泰委员，费鸿泰委员不在，庄孔绍委员，庄孔绍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陈曼丽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庄嘉宾委员不在，徐增卫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周春米委员不在，王龙章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马文君委员不在，郭正亮委员不在。好，接下来请赖瑞龙委员。好，谢谢主席，好，请部长。部长。喂，你好，部长好。部长，这一次的这个修法其实跟整个中国大陆这个31条的部分其实有联动性的哈。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提出的八大策略39项哈，行政院提到壮大台湾的这个，那其中的强化员工奖酬工具里面的课税价格的选择了哈。嗯，好，那看来这个部分应该大家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我想要问的是了哈，这个昨天的部分看来厦门针对31条措施的部分，他又提出了60条的措施哈。那更具体的哈，原来31条比较还是大原则，那现在更具体的，那部长这个部分有什么看法？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大概就是从这一个大陆这边来说的话，中国大陆呢也是希望呢，他们如何来透过这样的一个措施，来希望加快呢台湾的这些产业界能够在那边来落地。那这个落地呢就要注意了，比如说大家谈2025的中国制造。他要求呢，一定要在大陆设研发中心，而且他的住宅权要落地。那这些部分，我们也跟产业界交换意见，产业界就像这部分呢，他们就会相当的谨慎。他在第一个一开始讲到很清楚了，他是中国制造2025哈，所以他最大的部分还是在于国家利益。然后以国家的话，你还是要好的企业、好的人才，他才要了哈。如果你本身不够，他也不一定要，他希望是吸纳你这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整个他的整个策略上面的一个选择。那我想问一下部长，那为什么厦门推出了第一个这个推动的第一个，有没有相关的地缘性或策略性？这个部分可能就如同委员所说的，应该是不是有地缘性了？其他我就不大清楚。哦，如果就但部长你比较客气啦，应该是有啦，应该有，因为过去他曾经也推过平潭的部分嘛，对，因为在台湾，对，这个距离近，然后各方面都接近，然后语言各方面都相对比较相通的，所以他其实有一定他的策略目的啦。所以我认为他第一个挑出的由厦门率先提出60条的这个，我觉得那个是相当具有指标跟针对性的啦。是，好，部长同意这样的看法吗？对，好，那我想一下平潭的部分，部长你的看法，平潭成功吗？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了哈。平潭很多的台商，很多的投资进去的，其实绑在那个地方，哈，陷入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好啊，当时讲的也都非常的好听，但是后来，好，所以部长这个部分，平潭后来是并没有成功的了哈。那现在又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31条的措施，包括现在厦门提出的60条措施。那所以讲，这个物件个安尼，台商阮甲业界交换意见，业界就是讲，伊会当互你啥，啊，但是相对伊嘛要爱你啥物货，所以讲，伊提供的这些诱因，吼，啊，相对呢，伊嘛是有对你有所要求，吼，所以要求我一直强调的，你爱去啊设研发中心，你爱去啊，这些所谓的住宅权要。当地化、在地化啊，这个部分厂商是相当的。部长去有没有风险？不管是企业或人才去有没有风险，都有什么样的风险？你可以看到，像我们的 LCD 的面板被挖了，人才一年完了要用掉了就丢掉了，所以产业界也知道。哦，他要你来的时候，他吸你来；他不要的时候，他瞬间可以，甚至于你的资金想要再那个调动回来，不管是回到台湾或离开大陆，恐怕他都给你很多的限制了，所以风险也是相当高的。我认为这个部分经济部应该了，同时间当我们在全世界在抢人才，但同时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人才，对于这个风险的这一块，也要适当的给予提醒了。这个因为毕竟这个是面临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还是一个威权，不是民主的一个体制，所以它其实具有相当高的一个风险。那政府有责任要去提醒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老百姓，他可能面对到的风险。好，谢谢委员提醒。那这六十条的部分，就是厦门这个部分啦、那个部长部里面有没有评估过，对我们还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因为这部分大概就这几天嘛，我们会请我们同仁去进一步的，所以会再做更细的研议啦。因为当时的31条还是大原则，那现在看来60条的措施更细的，更落实到一些那个。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尽快完成相关评估，因为这个启动了，它第一个开始启动，后面当然有可能其他省市都有可能会启动。那我认为这个是具有的。那我再请教部长，这里面有没有具有统战意义？这个应该也有它的成分，或多或少有啦。有了，嘿，有。我想它有，毕竟台湾跟中国大陆还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最后问一下部长了，他们这个所有的包括媒体都讲，这叫会台了哈。那当然，这个也有人说是对台了哈，比较中性；也有人说是立中。部长你怎么看？大概这个部分三个都可以称，三个都有了。对，因为它很针对性，就是对台啊，对他们有利叫立中，所以应该都有。好，所以这个部分从刚部长的这个说明，其实看得出来，就是其实都有了哈。我想对台湾比较中性，但事实上，好，某程度上好像对台湾人民是那个，但某程度上对他自己也是相当有利的。它里面也存在非常多的风险，是哦，但有部分的机会，但也有存在的风险，是。所以这一块我也希望，整个在部里面尽快把那个因应措施出来的时候，同时间也提醒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国人啊，这些人才必须要申请。那一方面，当然我们必须强化我们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强化我们的人才的揽才的相关措施啦。是，好，好，部长，谢谢，谢谢委员，谢谢。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之外，其余进行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邱玉莹、施玉芳、高陆仪用、高志鹏、苏志芳、庄瑞雄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询答结束，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条文。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及第72条条文草案。第19条之一，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于取得股票当年度或可处分日年度按时计价全年合计新台币500万元总额内之股票，得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税所得税额课税，一经择定不得变更，但选择免予计入股票取得股票当年度课税者，该股票于实际转让或转或涨账户划拨至开户之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应将全部转让价格赠与或作为遗产分配时之实价或转拨日之实价，作为该转让或
转拨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税法规定计算所得并申报科征所得税。公司员工选择适用前项规定，自取得股票日起持有股票且继续于该公司服务累计达两年以上者，于实际转让或账户划拨至开设之有价证券保管划拨账户时，其全部转让价格赠与或作为遗产分配时之实价或转拨日之实价高于取得股票或可处分日之实价时，以取得股票或可处分日之实价作为该转让或拨转年度之收益，依所得税法规定计算所得并申报科税课征所得税，但公司员工未申报课征所得税或已申报课征所得税未能取得出股票或可处分日之实价之确实证明文件，且税捐基金处无法查得可处分日之实价者，不适用之。前项所称员工继续于该公司服务累计达两年以上期间，得将员工继续于下列公司服务之期间合并计算，一、发行抽奖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决权之股份或资本额超过他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额50%者，该他公司持有发行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公司有表决权之股份或给付额超过该公司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总数额50%者，该他公司。第一项是第三项所称公司员工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但不包括公司兼任经理人职务之董事长及董监事，一、发行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公司之员工，二、一、公司法或证券交易法规定发行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决权之股份或出资额超过该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半数他公司之员工。第一项所称报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只发给员工酬劳之股票、员工现金增资认股、买回库藏股发放员工认股凭证及约限制员工权利新股等股份。第一项及第二项所称转让指买卖赠与作为财遗产分配，公司减资消除股份，公司清算或因其他缘故致股份有所有权变更者，发行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年度给付公司于该员工取得股票年度或股票可处分日年度，依规定格式填具员工择定缓科情形及其他相关事项，送请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并附之公司所在地之税捐稽征机关，使适用第一项之第三项之奖励，其申请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公司员工适用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者，其发行奖酬员工股份给付基础之公司应于员工持有股份且继续服务届满两年之年度，减送员工持有股票且继续服务累计达两年以上证明文件，送请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并附之公司所在地之税捐稽征机关。第一项至第三项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缓科与所得税申报之程序，取得股票及股票可处分日之时点订定，全年合计新台币500万元之计算实价之认定，应提示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72条，本条例自公布日实行，但至第10条实行期间是中华民国99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本条例修正条文至公布日实施，但中华民国104年12月25日修正至第10条、第12条之一及第19条之一至105年1月1日实行至108年10月12日31日止。106年11月3日修正至第10条、第12条之一、第12条之二、第19条之一及第23条之二。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第19条之一实行至108年12月31日止。临时提案第一案，针对产业发展条例新增条例第19条之于106年11月22日修法后，继于二度修法。本次修法目的在于面临中国会台31项措施、国内人才不断外流形势下，以提升公司股票配合弹性的方法，加强国内企业留才之诱因。奖酬配股的本质在于企业分享营运成果以留住优秀人才，而除此之外，企业分享营运成果以留住优秀人才可行的方式包含员工现金分红、分红入股、现金增资认股、给员工库藏股、给员工认股凭证，或是限制员工权利新股等方式。针对上述工作，主管机关是否辅导企业妥善运用，要求主管机关于2周内提供目前具体实例与
未来规划亦要求在本次产创条例修法完成后，主管机关针对修法成效的掌握与检讨计划于一周内提出具体报告。提案委员林大化等人宣读完毕。好，那我们先处理林体啊，林体案那个有没有意见？报告委员，还有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刚刚跟林代华委员有一个报告之后呢，第一行因为这个条例叫做产业创新条例，所以发展两个字把它做删除。那第二行的部分，因为在中国是对台31项措施，就会台的部分改成对台。那第三段的部分呢，因为代华委员主要是要做宣传，帮忙做知道做民众厂商知道这样的条例哈，但是最后一段是本席要求在厂商条例修法完成之后，对修法成效检讨一周，因为修法完之后要被部署，要被实施嘛，所以我都要个报告上不要一段进两行，就是本席要求本次厂商条例修法完之后，到一周内提出具体报告部分，做删除，那其他的部分在文字的部分就是主管机关广为宣传，是否广为宣传企业妥善运用，那本席要求主管机关与修法完成后两周内提供目前提供宣导规划，那第三段文字改成这样子，那谢谢委员给我们指导，谢谢。好，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那现在来处理哈，那第19条之一有没有异议？那如果没有我们通过哈。第72条没有我们通过哈。本案审查完竣，你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请问需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说明。审查通过之条文相关法制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我们休息到12:30以后再继续开第9次的全体会审再生能源法。12:30。好，几点？那折中一点了哈，一点。好，便当开下去哈。散会哈。谢谢。